那，我们的活动就正式开始。然后，我是临时小学校的 Tiff，然后很开心大家今天来参加我们第三届的夏日线上原力真能营。然后，小学校，每一年我们都会办那个数位公民的，我们会安排很多数位公民的课程。然后，我们这些课程就是会邀请居灵璧社群的。所有贡献者，然后来分享他们不论是做专案的经验，或是做专案的技术，或是他们的一些心法。然后，另外今年也比较特别，我们邀请了很多不同的单位跟我们一起合开关于科技趋势的课程。那科技趋势包含了像 AI、人工智慧，就大家最近应该都有些人很焦虑，有些人用很开心的 AI 的生成式 AI。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有跟那个 DAO Zero 合作了 Web3 的课程。那这些课程。我们其实已经有陆续在不同学校开。那我们也是希望说，除了这些学校的学生，我们也可以把它剪成影片，让所有人都可以作为开放课程，然后做自主学习这样。所以，这次的课程有65堂，然后相信大家应该可以非常的满足。然后，如果看不完也没有关系，就是我们的课程会一直放在网络上。那如果你觉得课程很不错，也欢迎分享给所有的亲友。那我们的活动到8月26之前都可以再报名，这样。那小学校除了每年开很多不同的数位公民课程之外，我们也有在，跟各个学校合作，希望可以培力很多的学生老师有做专案的能力。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一块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事后就是到我们的那个小学校官网，然后多了解我们跟各个学校合作的经验。然后如果有兴趣，也可以跟我们联系做合作这样子。好，那我先讲一下今天的那个活动，因为我们会录影，然后会把课程剪辑成就是影片，然后放在我们的数位公民课的页面上面，然后让更多没有办法参加的人可以看。所以我们会全程录影。然后也麻烦大家全程就帮我们关麦克风。那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可以帮我在聊天室先发问。那另外是我们今天也有准备了 Slido，好，就是这个 Slido 的那个 QR code 在这里。然后可以麻烦大家扫一下。如果今天有任何的那个问题，主要请大家先在 Slido 问。然后，可是如果有一些即时像设备状况，你可以在聊天室打，没关系。对，然后 Slido 的话，不论你是问关于整个营队的一些活动流程，然后或者是你对三个讲者的分享有问题，都可以在这个 Slido 上面提问。然后我们在最后的30分钟会有 QA，在那个时间点我们会回应。OK，好。那如果就是想要再扫 Slido 的话，可以到我们今天的课程共笔页面。我有把我们的简报放上去。那也再麻烦那个我们的伙伴那个黄奕跟印，可以帮我把 Slido 的那个链接也给大家一下，感谢。好，然后那我们回来我们的简报。好的，好，那。在活动一开始呢，我们有一个就是想要跟大家讲讲话的时间，然后等一下会由那个临时小学校的发起人 Isabel，然后先跟大家讲几句话，然后我们就会进行我们今天的活动。那 Isabel，你现在可以开麦哎，吗？可以吗？听得到声音吗？可以，可以，很清楚。可以，好，哎，好，那大家好，哦，非常谢谢大家在礼拜六的早上来参加这个开幕式。那我们今年报名到现在应该也将近300人参加，已那经超过300人了，已经超过300，好，太好了。那其实原力真的，临时小学校是2019年开始的一个，就中南开始的一个专案，然后到目前为止，我们办了3次，第3次的这个线上原力增能营。那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因为疫情期间大家没有办法碰面，所以我们就只能只就想说，那我们在夏天暑假的时候提供一些线上的课程跟互动，让大家能够来参，在不能够见面的实体见面的时间也能够来参加。那因为就吸引了很多新的参与者，所以我们就一路办下来。那新的参与者今天有一些人也有来，像之前的参与者今天有一些人有来，就像昊天呐、啊，他算学长，所以这个原力增能营慢慢也会变成一个新的社群，我想。那
园内真能营今年特别的地方是我们跟了跟很多不同的单位合作，那它其实是临时小学校过去一年来各种合作的总结。那我们合作的对象包括台湾人工智慧学校，那还有这个飞地书店，然后还有聚引力的各个不同的社群，比如说我们在上学期的时候在台大网跟台大网媒所跟资工所有跟宝博士老师一起合开一个 Web3 的课，那邀请到非常棒的讲者，那我们也非常辛苦的，特别是怡婷还有印他们非常辛苦的把这些课程都录下来而且剪辑下来，所以今年的课程非常非常丰富。那其实我们主要是希望能除了让大家了解这些看课程了解这些资讯以外，也希望大家能够提出问题，然后有想出一些可能的解方到 GME 社群来跟我们一起合作。所以后面还会有专案提案和 demo 明年的 demo day 的活动安排，那之后应该就怡婷应该也会跟大家再做详细的介绍。那总之呢，非常非常感谢很欢迎大家来。那在这里呢，我觉得会遇到很多台湾对台湾非常有心的人啊，他们在工作之余呢都愿意用自己闲暇的时间，那去多了解台湾社会，那也多用行动来解决我们面对的问题。那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那希望大家都能够享受这个园力正能营。那另外我今天特别想要讲的一点是，其实像线上课程，我最近看到有些国外的研究，他说线上课程的这个其实完成率非常非常低，在国外大概可能不到 10%。 那在过去几年园力正能营我们大概是高于这个数字，但是今年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再更高一点，也许我们冲个40%到50%这样子，好不好？那我也会跟大家一起学习。那我就先讲到这边，谢谢大家。那就交给怡婷。好，感谢 Isabel。 对，就是大家都知道自主学习很需要自律，所以你如果就是大家已经有报名了，可以为自己这个暑假安排一下要怎么样去上这65堂课程。然后我讲一下今天的活动流程，就是等一下呢我们会有一个小小的环节用卡户来认识彼此，然后接着呢就是我们会进行应对的进行方式的那个说明。那讲完之后我们就会迎来3场很精彩的讲座，我有先看过他们简报，然后觉得很受用，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留到12点这样子。好，那我再提醒一下，因为今天有就是刚刚有陆续加入的朋友，我们今天的活动是全程录影的，然后再麻烦大家全程帮我们关麦克风。好，感谢大家。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这个是一个提醒，就是 Q&A 可以扫我们的 Slido， 那刚进来的朋友们也可以扫一下这个 Slido， 我们今天所有的问答都会在 Slido 上面进行这样子。OK， 好，那给大家5秒，5、4、3、2、1。OK， 好，那我就跳下一页。好，那等一下呢，我们有一个小活动要跟大家玩，就是我们要来用一个卡户来认识一下彼此。那请大家先帮我准备一下你的手机，然后我们等一下，好，大家请看到这边，可以帮我扫一下那个卡户的这个 QR code， 或是你直接进入那个卡户的应用程式，然后输入 PIN 码可以。我把这个打开。好，好，请大家帮我扫一下 QR code 进来卡户的游戏里面。好，然后这个卡户游戏呢，我不确定大家有没有玩过，然后我还是先讲解一下等一下的进行方式。哦，大家进来非常快，真是数位人。就是等一下呢，题目会出现在就是我们 Google Meet 的活动上面，然后如果你要回答问题的话呢，请用你的手机然后回答问题。答案的话呢，它通常就是会出现颜色，就是答案对应的颜色跟图案这样子。 OK， 然后我们在前几题都只是就是一个票选题，但是后面几题呢会有一个测验题。 OK， 然后测验题就会比大家对 GMV 跟临时小学校的了解这样子。好，
所以最后几题会除了比脑力还要比手速，所以大家加油。好，陆续有43位，我们再等一下大家。大家的名称都很正常，看有什么。OK， 好，还有人还没加入进来，你再等一下下。DDIO，Hello，DDIO 也是 Julie V 长期的参与者，然后他有开一堂课程，关于就是那个大家可以在公民科技职涯的部分看到 DDIO 的课程。好，我们再等10秒，10、9、8、7、6、5、4、3、2、1，好哦，我要关了。OK， 好，那我们要开始喽。3、2、1，开始。好的，好。等一下第一题呢，只是个票选题，不是测验，然后它可以复选。好，请大家选一下，我们想要问一下，是你现在的身份是老师、教育工作者，还是学生，还是家长，还是公部门工作者，还是 NGO、NPO 工作者，还是其他？大家可以复选哦，然后复选完记得要按提交。好，还有剩下倒数6秒，5、4、3、2、1，好的，我们来看一下。OK， 今天学生最多，再来是老师或教育工作者，然后再来是其他，好，我们没有打到的，然后有不少家长过来。OK， 好，然后我们其实会问这问题是 Julie V 社群的参与者，其实背景非常多元，但当然就是工程师最多，然后学生其实是第二名，然后有来自其他领域，像包含是可能是社群做社群行销了，也有看刚刚看到像教育工作者，然后也有学法律的，有法，然后也有学者，很多不同背景的，然后大家凑在一起做专案的时候，就会就是各有所长，然后去补位这样子。所以大家加入就业社群之后，应该可以慢慢感觉到，然后或者是可以来参加我们8月26号的黑客松，你就看到很多不同背景的人齐聚一堂这样。好，再来也是票选活动，我们想问是你现在几岁，然后大家可以回答你真实年龄，也可以回答你心里向往的年龄，或是你的心智年龄都可以，随心所欲回答，但不想答也可以。好，还有2个人还没答，我来等哦。 OK， 都答完，我们来看一下。我看一下，最多是哇，最多15到18岁，所以现在应该蛮多高中生在线上。再来是35岁以上，然后22到35。OK， 好，因为我在后台有看到这一次报名的大学生比国高中生多，但今天那个高中生们的出席率很棒，非常非常感人。好 ，OK， 那我们下一题是想问你现在在哪里，然后你可以移动你的手机的那个坐标，然后放在你现在所在的地方。如果你现在人不在台湾，你可以放在海上。好哦，再来等一下，蛮期待这个答案的。好，时间到。哇，好哦，哇，大家真的是遍布各地耶，有3个海外的朋友，然后东部地区的朋友比较少。我是身为宜兰人，有点小可惜，但 OK， 看起来是3大都市最多，台南、高雄、台中，然后台北、新北最多。好哦，
没关系，如果你觉得这活动很不错，欢迎分享给各地的朋友，让各地的朋友都有机会参加。好，然后我们下一题，一样是票选活动。好，这题是复选，请问你平常最常用的社群软体是哪一些？是 Line 吗？还是大龄国民才有用的 Facebook？还是据说开始有点小过时 Instagram？然后还是你有用过小红书吗？是你其实非常喜欢抖音，就是一天不滑就会无法继续生活。还有最后一个是 Discord，哎，我蛮好奇现在大家都使用哪一些居多？好啊，倒数四、三、二、一，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答案。OK，好，最多的还是 Line，好，Line，这最近刚好有一个报道也是说 Line 是第一名，台湾人使用第一名，然后再来是 Facebook 第二名，Facebook 跟 Instagram 并列了。OK，好，看起来因为我们今天那个蛮多年轻的朋友们，然后哇，Discord 也蛮多人用的。OK，好。小学校现在也为了就是希望可以更接触更多年轻人，我们有开了 Discord，然后详细的加入方法可以在我们的那个活动共笔上面找到。好哦，那小红书跟抖音竟然同样趴数，好 OK，好，蛮震惊的。好，那再来下一题也是复选，在团队合作的时候，你通常比较像是谁？第一个是关心他人第一的炭治郎，再来是团队吉祥物，就是我喵喵，来就好；再来是脑袋清楚的策略王妙令，还是能看透心思适时调整团队气氛的阿尼亚，再来是各种补位的万能小叮当，然后最后一个是跟着我准没错的阿里就五波。来看一下，在 Dream 里很常会一起合作专案，然后专案就会有很多不同的不同类型的人合作。我们来看一下。OK，今天上线的人通常都是妙丽居多，好，然后再来是哦温暖型的类型的人也很多，再来是大家今天上线的人通常都比较是温暖类型的，然后是比较心思细腻类型的，反而是那种精神领袖型的人比较少。OK，这是一个有趣的调查，对，然后我们在团队合作的时候，其实就是我觉得是每一种人都需要这样，然后我们就会慢慢感受一下他彼此的那个调性，然后就会开始复。好，再下一题，票选活动一样是复选题。你最近有在关心哪些人事物？第一个是 Me Too，再来是赫兹直率式的问题，然后再来是开放政治现金，然后是台海情势吗？还是你有在关心最近非常好看的电影有很多，然后像 Barbie 啊、奥本海默等等，然后再一个是我现在很关心我自己。这个也 OK，这可以复选哦。好哦，倒数3秒。OK，好，很好。大家最关心的是自己，对，要先从自己关心起，才有能量关心其他事情。然后第二个，大家关注是 Me Too 事件，对，现在还是仍然在烧。然后再来是台海情势。然后还有好很多电影要看，那我讲一下呢。从《Me Too》到各资，还有开放政治现金、台海情势跟芭比、奥本海默，都有 Dreamily 社群的参与者正在关注中。然后，如果你对这些议题有兴趣呢，可以加入他们的专案。然后，甚至像大家都觉得那个芭比、奥本海默这个，可能没有人，应该 Dreamily 社群有人在做这个专案，有人开了一个共笔，想要收集这两个电影的影评，这个也是一个可以跟大家协作的事情，这样子。然后，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在 Dream V 社那个 Slack 上面有个 General 频道，问说，哎，你对什么兴趣？有没有相关专案这样子？好，下一题，还有再来一个票选题。你想象中的 Dream V 临时政府是什么样子？第一个是工程师大神的社群，再来是用自身所长和一群人发起数位开源专案解决社会问题，然后再来是一群唐凤。然后再来是一边吃一边做专案的热血爆肝公民，这一样可以复选哦。来看一下，好，OK，好，OK 的，大家说用自身所长。和一群人发起数位开源专案解决社会问题，对，这个是没错。然后第一个工程师大神社群，对，确实就是有一些
时候有人遇到程式问题，也会在那个 random 或 general 频道发问。然后再来是一边吃一边做专案，没错，我们的黑客松都会准备很多好吃的食物，然后大家就会边吃一起在那个现场把专案的进度完成。然后一群唐凤就是，其实也不是一群唐凤，就是唐凤是就是我们早期的参与者，他到现在还是有参加。他当时提的专案叫萌点，大家可以去查看。然后现在也是教育部的一个算是提供的服务。好，那再来一题也是票选活动，然后是复选题。你想要在今年的夏日人力真能做什么事情？你想要听各种公民议题的科技解方吗？还是想要了解开源是什么？然后还是你想要怎么学、怎么做专案？还是你是想要来增强自己的数位能力？或者你想要了解和应用科技趋势？最后是你单纯想要来认识 G0B 临时政府？好哦，倒数5秒，看起来应答差不多，3、2、1。然后我们来看一下。OK，多数是想增加自己的数位能力，然后第二名是想了解科技趋势。OK，好，今年有很多新的科技趋势的课可以看，然后再想要听各种科技解方。OK，好，了解，相信大家可以在今年课程找到自己的理想的课程。好，再来，想问一下大家对哪一些课程比较有兴趣？是 AI 还是 Raspberry 还是工业科技专案经验与技术，还是民防？今年有很多，有2堂很精彩民防课，然后再来是专案协作新法的方式，然后跟开源，这题一样可以复选。大家可以看到上面的图片，这是我们那个黄奕很用心做的课程目录，然后非常密密麻麻，因为今年课程有65堂，那到时候大家可以用这个课程目录去找自己想看的课程。好哦，时间到。好，OK，AI 胜出。AI 的课今年有2种，一种是我们跟台湾人工智慧学校合作的课程，然后是针对高中生去开的课，所以其实不论你是高中生还是什么，其实我们意思就是希望一般不论你是不是资讯背景都可以听懂。那另一个 AI 的课程是比较从人文面向去反思，那这是跟菲利书店合作的读书会的那个精彩片段。然后我自己都非常喜欢，大家可以去看。再来是 OK，好，公民科技专案，然后再来是 Web3，然后还有专案写作心法。好，相信大家可以找到这些课。然后开始测验题了，接下来速度变快。你今天参加活动是什么呢？大家仔细看一下上面的字哦，这个是测验题，然后是有标准答案。是 GOV 临时小学校2023夏日人力真能营，还是 Gogoro 临时小学校2023冬日园力现象真能营，还是 God 临时幼稚园夏日？OK，好，OK，有两个，还是有7个人答错。好，大家那个第一个答错的原因就是呢，我们是 G0B，也就是 GOV 就是政府的意思，我们不是政府这样。然后还有临时，就是我们也很常答错。OK，好，大家非常可爱。然后小学校不是给就是小学生参加，就是大家都可以参加的。我们只是想要把它可爱化。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名，好，Ted 第一名，再来是二，再来是安。，Ted 这样太犯规了。Ted 是今天的讲者，也是长期参与者。好，再来是 Julie 的英文怎么念？好，我刚不小心讲出来了。好，其实也没有讲出来。那我们如果在国外要讲 G0V 的话，我们会怎么念？大家可以猜一看。是 G0V 还是 Zero Gov 还是 Gov Zero 还是 Gov Zero？我看一下，答 OK，好，其实答案是 Gov Zero。那会用 Gov Zero 就是当时我们就在想说，与其等政府做什么，不如我们自己用公民的力量做出行动。所以，然后因为一开始发起的是一群工程师，然后程式的世界就喜欢零跟一嘛，所以就会把 Gov 政府的意思，然后结合 zero 零这样子。对，好，我解释完了。然后大家会说，临时政府是不是想要取代政府？不是，不是，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我们希望可以思考，身为公民可以做什么事情，然后与其等待别人，不如自己来做。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OK，好，Ted 的
始终第一，再来是 yes，爬上来了，好，继续，我们看有没有人可以超越 Ted。再来是复选题，下列哪些是 Julian V. Lynch 政府的精神或文化？然后有可能是全对，也有可能有一些是不对的答案。那我编纸，像这张图是我们每年都会办的同花松，就是我们希望可以把就是数位科技去跟农业或是环境做一些结合，看可以怎么样更好去帮助他们发展这样。所以这是我们在同花松爬山的照片，这样。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OK，其实是全对的，没错。然后刚刚讲同花顺，就是我们会希望大家在用专案解决社会问题的时候，可以结合好玩的元素，因为毕竟大家都是在下班下课的时间做。那如果不够好玩，你像在公司工作，那其实大家就不想做专案这样，所以我们就有好玩元素。然后再来就是临时精神，就刚刚说我们会常常有很多好吃的东西陪伴大家做专案。然后最后一句是 Julian V 的名言，就是不要问为什么没有人做这个，先承认你就是没有人，然后不如自己开始做专案。好，这些都是对的。好，然后 Ted，好，OK，恭喜大家超越了 Ted。然后现在第一名是 Yes，好，下一题，倒数第二题了。一般来讲，Julian V 多久会办一次大松？大松就是黑客松。然后第一个是佛系办还是半年一次？然后2个月一次吗？还是大松是什么能吃吗？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其实会不会是第一次听到黑客松？OK，好，没错，我们不是半年办一次呢，我们2个月就会办一次黑客松。然后，我们近几年有开始在上一次我们在台中办，那8月26是我们下一次的黑客松会在台北中研院办。然后活动都是免费的。那如果不论你有没有想提专案，还是你有没有想来参加某个专案，或者是你只是想来听听看，都可以来参加。然后，我们的那个报名已经开放了，所以大家如果到 Join via KKTix 可以报名，或是等一下麻烦那个黄奕跟 In 可以帮忙把链接贴在我们的聊天室，然后欢迎大家来参加。那很推荐大家来参加大松，就是有些人觉得在这边可以听到很多不同社会议题的。就是他们的分析跟他们提出的解放，然后是一个很棒的增能的时间，这样子。好，然后下最后一题，OK，Ted 又跑回来，耶，很厉害。好，然后 Stanley 很厉害。好，最后一题了，大家可以返回一程时间，这是一个复选题。下列哪一个专案是 Dreaming V 社群们就是的贡献者们共创的？是 Call Fact 真的假的？它是一个假讯息 Line Robot。然后再来是口罩地图，再来是平安走路许愿账户行人空间改善，还是 Course API 开放式课程资讯汇流学院，还是指凯瑞尼他们在整合各种职业资料，然后再来是一键做完学习历程档案，来大家可以猜一猜，这是复选哦。好的，答案就是前面5个，然后。这些都是目前的那个有人在做持续进行的专案。口罩地图现在结束了，因为已经过了疫情嘛。那今天会分享的刚好就是我们有放上来的平安走路许愿账户、Course API 跟指凯瑞。那一键做完学习历程档案，这个现在还没有人做。如果你有兴趣，欢迎发起这个专案，我想应该很多人需要。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结果。来颁奖，第三名是 Stanley。OK，Stanley 不知道是不是我们认识的 Stanley。然后再来是维。第一名是噔噔噔噔，Yes，OK，好哦。那个，我们承诺一下，这3名伙伴呢，如果你们有来参加黑客松的话，可以来柜台跟我们领一个小礼物，OK 吗？8月26黑客松现场，可以来我们的报到处跟我们领小礼物，OK？好哦，我会把这个截图，然后到时候请来跟我们认领，好。今天活动到这边，希望大家有借此更了解 Dreaming V 跟小学校。那我们回到今天的那个简报，好，然后我们今天的那个活动啊，我们在一开始有一个小小的环节，想要认识一下大家。那等一下进行的方式就是请大家帮我加入 Dreaming V 的 Slack，
然后如果你是用手机，你可以扫这个 QR code， 然后你如果用笔电的话，你可以现在到我们简报里面的那个就是这个连结，或是你直接打 join.g0v 就可以开始加入 g0v Slack。 那加入之后呢，我要麻烦大家帮我到那个g0v 的 Slack 里面有一个 edu camp 频道，我现在分享一下画面哦。好，好，我现在分享一下，这是 Slack 画面，然后这个是 EDU Camp 的频道。如果你已经加入 G0V Slack 的话，你可以直接在那个 Search 这边打 EDU Camp 就可以找到了，就是有关键字就可以，然后就可以加入这个频道。那我们加入这个频道，就是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上面提问，然后我们也会在定期在上面发布就是关于营队的重要消息，所以麻烦大家务必加入。那加入之后呢，可以帮我在上面打一下关于你的三个关键字，然后让大家彼此认识一下。那因为那个刚刚卡酷玩太开心了，所以呢，我们这个环节就让大家慢慢自己加入，然后加入之后记得去打三个关键字。好，那我们就回到今天的那个简报。好，那接下来的话呢，先来一个大的环节，就是我们先来拍一张大合照。然后等一下，如果你想开镜头是 OK 的，就是欢迎大家开镜头。然后如果不想开也没关系。然后我先停止分享一下荧幕，然后显示的画面调整一下。好，如果想要开镜头可以打开，然后我会用一个截图，我们来跟大家 hello 一下。嗨红玉，嗨 Ted， 嗨 Johnny， 嗨黄奕，看到很多老朋友。好，还有人想开吗？ OK， 那我们倒数五秒，在五秒后我就截图，我会疯狂截图，你可以摆各种姿势，或是你要固定也可以。好哦，三二一，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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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OK， 好，好，截图完，感谢大家。那我们回到今天的简报。好，那接下来呢，我讲一下这次的营队进行方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进到营队的官网去看过。那我们先到这个营队官网讲这样子，然后呢，这是首页。那如果你想要看今年的营队的介绍，欢迎点左边这里，就是如果你的画面是长这样，你可以按左边这里有一个箭头这样，然后你把它点开之后，它会有一个像目录的东西，你点营队介绍，它这里会有所有营队的讯息，你都可以看。那你如果想要知道说，这次的课程跟讲师是谁，就可以点到这边，然后这里就会放我们的课程目录，然后以及下面下面这边也有每个课程序号，然后跟讲师对应的讲师。那这个课程序号要做什么呢？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个影片说明。那关于今天的开幕式，就是欢迎大家可以直接在这边，好，调整一下权限，来，好，就是我们现在开了一个权限，大家可以在这里自由签到，可以打上你的名字，然后这里等一下可以就是自由共笔或是笔记填满，就欢迎大家把名字打上去，我们留一个就好了，课程共笔就好。 OK， 好，然后再来就是我们8月12号有一场专案实作工作坊，是实体的，那也是希望说我们就是让大家听了很多课之后，如果你手痒痒或想要做专案的话，可以来这个一天的工作坊。那我们这次是跟 CCon 合作的，然后现场我们会一步一步引导你把你想解决的问题变成一个专案，然后也会安排小队辅 Ted 也会是小队辅之一这样子。然后现在都还可以报名，欢迎大家来报。那另外一个是今年我们一样有提供教师研习时数，那老师们上完课之后呢，我们在活动一结束会发给大家影响力问卷，那在那个问卷上面填写你就是上的时数，我们就会帮你做认证。 OK， 那接下来等一下我们会有个影片在谈营队课程认证的方式。好，那如果你今天就是想看影片的话，我讲一下，就是在这个课程共笔上面，我们左边有非常长的就是课程列表，然后你只要点进去一个，好像我点一个 AI 人工智慧的，
是蔡中汉老师开的课，然后你就可以在这边看到课程简介、课程影片，然后讲师介绍。那这边会有课程认证的问题，那认证的方式等一下我们会说是在小学校的官方 LINE。 然后蛮多老师也很希望大家可以再针对这个议题有更多延伸，所以这有课程延伸思考，然后也有放了延伸的学习资料，大家都可以参考。对，然后我这边最后补充一个，就是我们这一次的那个活动会有使用一个官方 LINE， 那在这个官方 LINE 你可以不论是看课程或是你要回答问题做认证都可以在这边进行，这样。然后再麻烦大家帮我，你可以在那个首页就找到了，首页这边就有应对简介这里有个官方 LINE， 或是你在往上滑到左边这边也有官方 LINE。 然后也再麻烦那个应跟黄奕可以帮我在那个聊天室帮我贴一下官方 LINE 的连结。对，然后这边还有很多关于可以联络我们的方式都可以请大家加入。好，那再来我们回到简报一下。好，然后所以如刚刚所说，我们今天开幕结束之后呢，我们就会进行一个月的就是线上数位公民课，大家就可以自行去看影片然后做认证。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刚刚提到8月12号有一个专案实作工作坊。那最后最后呢，因为我们希望让大家透过参加黑客松实际去了解就是 Julian V 的协作模式，然后甚至去在黑客松里面提案参加专案，所以我们把结业式结合了8月26号的 Julian V 黑客松活动是免费的，然后大家可以赶快报名，这样现在已经快50人报名，我们好像只有开120个名额，所以大家可以赶快报。然后再来就是刚刚有说看影片的话你可以加入官方 LINE， 或是你直接在刚刚的课程页面观看。那你如何做专案呢？就是你如果加入 Julian V Stack， 可以在 self intro 先自我介绍，然后可以打说哦，我对什么议题比较有兴趣。那有时候专案的坑主们就会来这边，就是猎人头，就来看哦，你对教育有兴趣。那像我同时也是可能导导阿学的坑主，就会说，那你要不要加入我们专案这样子？然后就会有人来找你。那或者是说 Julian V 有很多 Stack 有很多的 channel， 你可以在上面找到你有兴趣的 channel 加入。那各专案会在上面进行讨论，然后或者是直接来参加8月26的黑客松。那你这一次的营队，因为在课程观看的时候可能会有些疑问，怎么发问？你可以到 EDU Camp 频道发问，或者是刚刚我们的那个课程共笔都有提供讲师的联络方式，你可以直接联系讲师，或者是你不好意思联系，你可以直接寄信给 Julian V 纠松团，就是我们林芝小学校，我们可以协助。对，好，那再来呢，就是证书的话呢，简单提一下，就是我们是8月31前你要完成LINE官方的课程问题，然后9月底我们会颁发证书。那实际到底怎么样认证，我们等一下会播放一个黄奕录制的影片给大家看，然后请大家务必认真看一下。好，然后好，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画面吗？好，那我们等一下开始播放喽。2023年夏日原力真能营的朋友，大家早安。那我是林芝小学校的 E， 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营队的课程认证方式。如果你需要我们的证书，或是你是老师，你需要教师研习时数，那你一定要认真的看这支影片哦。好，那我们可以提供什么样的认证证明呢？首先就是如果你是学生，你需要丰富你的学习历程档案，或是你有自主学习证明相关的需求，那我们营队这边呢可以提供结业证书。那这是电子档的，也就是说在结业式之后呢，我们会根据你所认证的课程时数来寄送电子档到你的 email。 如果今天你有教师研习时数的需求的话，一样也是在结业式之后呢，透过填写表单的方式，我们会上传你的课程验证时数。那要特别注意，就是教师研习时数的部分，我们最多只能核发12个小时。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要怎么样进行课程的认证。首先第一个步骤就是加入我们林芝小学校的官方 LINE， 那这边有 QR code 可以请大家扫描一下，那停留个3秒，给大家拿起手机扫描一下。
那进入之后呢，你就会看到这个欢迎的讯息。那也可以大家点选一下下方的图文选单，那你也会看到有各式各样的功能可以测试看看。那接下来第二个步骤呢，是请你在对话框中输入自己的 KKTX 报名名称。那这个步骤是方便我们日后在进行影片验证的时候，透过输入你的 KKTX 名称，就可以连接到你的 LINE 的对话讯息之中。那这会更方便我们之后进行课程验证的作业。好，接下来第三个步骤是输入你想要认证的课程影片编号。假设我今天想要看第一部影片，那我就会输入这个井字号一。那就会出现这一堂课，叫做《科技与社会议题的交汇：虚零地如何协作》。那我们这边会有课程简介、讲师以及影片的连结，还有课程的这个延伸思考的页面。再来下面这个地方呢，就会是我们的影片认证题目。那这时候呢，你就可以一边看影片，一边思考，一边找寻影片当中有没有这个题目的答案。那课程编号呢？我要在哪里找到？那这边呢？我们有一个课程地图，你可以在哪里找到呢？你可以透过下方的这个选单，这里有一个2023年原力真能营的课程页面，那你就可以进到这个我们的课程总览里面去看，你对于哪一堂课比较有兴趣，那你就输入它的课程编号就可以了。或是呢，你也可以透过我们的官方 LINE，点击右上角的这个三条线，接下来你再点击 LINE Moon 的贴文，在这里呢，我们也有上传课程的目录在这里，那你也可以透过这一张目录来决定你接下来想要看哪样的课程。好，接下来就是要输入答案，那只要你输入正确的答案的话呢？我们就会有这个通过认证的讯息跳出来，也会有这一张认证的徽章出现在聊天室之中。那要特别注意哦，如果今天一个题目有多个答案，请你用半形的空格做间隔。如果你是用全形的空格的话，那系统这边可能会辨认不出来哦。好，接下来是错误示范。假设你今天打错字的话，那系统是无法辨认成功的哦。或者是第二个，如果你是用顿号来间隔的话，那一样也是辨认不出来的哦，请用半形空格来做间隔。第三个是，如果你少一个答案的话，那一样当然系统也不会认为你是正确答案哦。那如果你输入错误答案的话，我们就不会有这个通过认证的这个讯息跳出来，代表你可能要再思考一下，是不是答案错了，或是你有没有打错字，或是你漏字了。好，但是呢，如果你今天觉得你自己输入的答案明明就是正确的，但为什么系统一直没有反应？这时候呢，你就可以点击下方这边我们的认证纠错表单。那这边我们会请你输入你的 KKTX 名字，还有你的 LINE 昵称，还有你遇到的问题。那你就可以在这边给我们回馈，我们将会手动的进入到你的聊天室，来回复你的疑问，来去进行课程的认证。好，那我们要如何确认自己的认证徽章呢？请大家点击这个聊天室页面右上角的三，那接下来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画面。那你点击照片、影片的这边，你就会看到你累积的课程认证的图片的徽章会出现在这里。那在结业式之后呢，我们会提供课程回馈表单，请你把这个画面截图，然后上传到这个表单之中。我们会根据你所填入的个人资讯，还有你上传的截图呢，来进行课程的认证。那根据实际你上课的时数来颁发证书，或者是说教师研习的一个认证。那要特别注意哦，我们的认证系统只开放到8月31号，也就是说，在结业是8月26号之后，
你还有一点时间可以认证你的题目、你的课程。那到8月31号之后呢，我们就会关闭系统。到时候你再输入，无论是编号或是答案，系统都不会有任何反应哦。好，那这边是一点小叮咛，我们刚刚说到空格必须用半形，那请特别注意这个字母啊、数字、空格或是符号这些。求请你用半形的符号，我们统一用半形的符号让系统去做辨认。好，第二个是，如果你遇到很多影片的课程的时候，请分别输入不同的影片的答案。例如说，这个第20堂课，那第20堂课呢，它总共有2个影片分为上下，那它就会有2个课程认证题目。那请你分别输入2个影片的答案，而不是把2个影片的答案输入在同一个对话框之中，这样的话系统也是会辨认不出来的。那最后做一点提醒，就是我们这个官方 LINE 背后是由我们工作人员来操控的，所以呢还请留意你自己的隐私。那因为呢报名课程的人非常的多，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及时回应所有的问题。那如果你有任何疑问的话，你可以直接透过信箱来联系我们。最后就是，如果你不方便使用官方 LINE，你没办法使用 LINE 的话，你可以自行提供认证的答案。我们在每个课程页面下都会有这个课程认证的题目，你可以直接在 HackMD 的页面上面搜寻，那回答你的答案，然后把你的答案统整之后寄信到我们的信箱。我们将进行手动认证。那我的部分就到这边结束，现在大家就来试试看吧。好的，感谢黄奕很详细的说明。然后刚刚已经看到大家陆续的加入了我们的那个官方 LINE，那还没加入的人可以赶快加入。然后希望这个认证机制可以让大家就是有种要集点的感觉，然后可以更想要来把课程完成。然后认证题目就是不会很难，大家都可以试试看，可以玩看。然后我刚发现已经有一堂的答案默默的被写出来了。然后，我们的营队的那个进行方式到这边差不多说明到一个段落。那如果你还有任何的问题，欢迎直接在那个 Slido 上面提问，然后我们会协助你。那我刚刚有看到那个有一个伙伴是问说，他在 LINE 的 KKTix 不记得，就是问你说，哎，KKTix 名称要打什么？你不记得你 KKTix 报名名称的话，你可以直接到那个 KKTix 的那个页面，然后选择订单，然后点选就是林芝小学校园丽真能营这个订单之后，你就会看到你报名的联络人名称，只要打这个就可以了。然后如果还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刚刚看到那个有应该是应或是黄奕有在开幕这边下面有写了一个关于要怎么样把 Slack 从简体调成繁体的一些说明，大家都可以在这边上面看。好，那我们回到营队。那因为时间有点对我延长了很多，就是我们等下会直接进行，就是我们今天的精彩讲座。那等一下呢，会有3个专案的坑主来分享。那首先第一个呢是邀请到植凯瑞你职涯资源整理专案坑主，然后他们是来自台中女中的2位高三毕业生，是如鱼跟于真。那他们今天会来分享说，他们当时在课程上怎么样去觉察到乡村学生的一个困境，然后运用了什么样的科技技术来解决他们的困境。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会停止公用，然后把时间留给如鱼跟于真分享。好，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记得就是可以在 Slido 这边发问，那也请帮我把麦关掉，让讲者可以更顺利的进行讲座。好，那如鱼跟于真，你们可以分享画面，然后可以开麦了。好，这样我听得到吗？可以，可以，很清楚。哦，好。哎，等我一下，我调整一下那个版面配置。好可以，OK，吗？好，可以，可以，好，可以开好，那始。我就开始。好，大家好，我们是蓝如鱼跟郑宇珍。
那我们的专案名称是植凯瑞你，然后它是一个植牙资源整合的平台。那首先讲一下专案对我们的意义。我们认为专案就是从自己的经验或观察到的问题出发，进而去探究与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方法。那以我们这次分享的主题为例，就是科技如何解决乡村的困境，这就是我们开始专案的动机。而在探究这个问题还有实作的过程中，这个专案的受众还有做法也有做一些调整，那这个在后面会详细讲到。那接下来的分享会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我们开始这个专案的动机和目的，那第二个部分会介绍我们想了什么方法解决问题，还有我们实际上做了什么。那第三个部分是建议和结语，也就是我们对高中数位公民教育的一些想法。好，首先是我们做这个专案的动机。那我跟于真在高中一二年级的时候有分别参加不同的偏乡服务队，那虽然我们都很喜欢在营队期间跟小朋友互动的感觉，但在过程中有一种想法会出现在脑中，那就是这种五天的营队实质上到底可以为小朋友带来什么。那在这种想法产生之后，我们就去查了一些资料，让我们对偏乡议题有更多的认识，也产生了更多的疑惑。在其中也发现偏乡议题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很多。那在高二公民探究与实作课的时候，我们的公民老师跟居林立的临时小学校合作，带我们做专案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那我跟于真就借由这个机会合作做一个专案，去思考作为一个高中生，除了这种短期的营队，我们还能做什么？那我们决定先从我们观察到的现象开始着手。于是我们思考了在营队期间看到的问题。我们发现很多小朋友喜欢玩抖音，而且沉迷的程度是很严重的。那在与一些同学讨论过可能的原因后，我们认为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对未来生涯的想象还有选择比较有限，那缺乏目标，所以就没有读书或学习更多技能的动力。所以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逐渐明确了，也就是我们要让他们对未来有更明确的目标。那在确认目标之后，我们在公民探究课的期间就确认了计划做法、网站架构还有初步架设的网站。那在最终版架设网站之前，我们总共经历了三版计划。第一版是做线上游戏，有点像线上版的 Baby Boss， 就是一种职业体验的游戏。但那时候我们低估了技术相关还有一些制作时间限制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换了下一版的计划。那第二版就是整理目前线上学习的资源，还有做职业体验相关的桌游。但我们发现整理资源的受众会有点偏向已经有学习动机的人，而且桌游也会有技术和推广上的困难，所以就产生了第三版，也就是最终版的计划。我们决定做一个职涯资源整合的网站，让小朋友可以认识更多的职业，让他们对职业选择的想象可以更开阔。但其实现有的职涯资源整合的平台已经很多了，那为什么不太会有小朋友去使用呢？我们认为原因是小朋友缺乏点进网站的动机，而且网站内容大多是比较生硬的文字，就算是有影片也是比较生硬的那种职业访谈影片。所以我们决定做一个比较简单有趣，就是类似心理测验的小测验，之后推广这个小测验会比直接推广网站更能吸引小朋友点进去，让他们在做完测验之后更有意愿点进网站看自己的测验结果。那再来是网站内容，我们将职业种类以比政府职业分类更易懂的方式去分类，再搜集相关的影片。那我们搜集的影片包括但不限于一些比较轻松类似综艺节目的职业体验影片，像是木曜四超玩的一日系列，那让他们可以由浅入深的去了解职业。而且因为是 YouTube 影片，所以顺便可以可能改变一下演算法，就是让平常看 YouTube 的时候首页不会只有一些类似抖音的短影片。那最后就是汇整各种职业相关的资源，让他们在对职业产生兴趣之后可以进行更深入的探索。好，那最后网站大概是讲这样，好，简单介绍一下。那其实这版网站是经过很多次修整，就是包括网站分类或小测验方式等等。那因为今天分享时间有限，所以这边就不详细介绍这个过程。好，然后这个小测验点进去是会连到那个
我们赖官方账号的那边，然后等下会稍微介绍，所以就先不点。然后目录点进来之后，这边就是我们做的一些分类。好，那比如说他可能对动物有兴趣，好，那他进到这边之后就会看到一些影片，他可以直接点击这个养动物。好，然后在刚刚这边除了影片这边点进来之后，会连到这里，这里就是我们整理额外的一些资源。好，那刚刚说到就是赖官方账号的部分，就是加入我们的赖之后，会进行一连串的问题，然后到最后就会测出一个结果，就是说你可能属于什么什么型。然后这边下面呢，就是有提供几个职业分类，然后他们点进去之后，就会直接连接到刚刚网站里面那个职业分类的分页。好，然后如果对这有兴趣的话，可以扫一下我们的赖官方账号，或是直接在 Google 上查我们的网站，然后直接点小测验那边。好，那拉回到一开始说，我们在探究与实作的过程中，导致受众和目标的调整，也就是我们认知到学习动机不足的问题不仅仅存在于偏乡，所以最后我们将受众做了调整，也就是我们想利用科技去改变缺乏学习动机的国小甚至国中生的困境，而不仅限于偏乡的学生。好，那我们这里等等会顺着时序来说明我们参与 G0V，然后还有大大小小活动的方式，然后还有心得，然后再以我们的经验分享高中生如何参与 G0V，然后提供一些我们的想法给大家当做参考。那我们一开始接触 G0V，就像刚才所说的一样，是在课堂上面，然后直到去年8月的时候，舒妍老师，然后还有 Tiff 姐姐，就强烈推荐我们说啊，我们一定要去黑客松提案呐、啊，然后我们才真正的参与进 G0V 的社群，然后感受它是怎么样运作的。不过我们其实也是新手啦，所以就是简单先分享一下我们的经验这样子。那像我们的话，因为我们是一开始就有这个专案的想法嘛，所以我们参与的方式就是大家爱说的挖坑，就是把我们这个专案提出来，然后让这个社群里面有兴趣的人都可以加入我们，然后大家一起来讨论。当然，高中生的话也可以做跳坑的一方，就是加入别人已经提出来，而且自己又有兴趣的专案。然后我们认为说要用挖坑或跳坑的方式参与进来，其实都可以，就是端看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其实 G0V 它很好的一点就是它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讨论环境，所以就不用怕把自己的创意跟想法说出来。像我们有时候也会觉得我们目前做的好像还没有到很好，可是就会有很多人来鼓励我们，然后也会给我们很多的建议。我觉得在这边的话，勇敢发言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而且它有一个很好的勇敢发言的环境。好。那接下来我们这里列了几点来说明，就是我们具体在 G0V 学到并且执行了哪些作为。然后我们也发现说，如果高中生尽可能的尝试列点几项方式，也许会更能够收获到一些讨论所带来的红利。那首先的话就是建立或加入频道，就是刚才就是 Tiff 姐姐有让大家加入那个 G0V 的那个 Slack 频道，然后可以通过加入频道这一点，然后获得后续讨论啊。然后还有追踪专案的机会，让讨论不局限于现场去参与黑客松。像是大家其实就蛮喜欢用刚才，下一页，刚才这个 Slack 这个软体。其实我之前不太知道这个酷东西，然后也不太知道它要怎么用。对，但是在被介绍了这个软体之后，就发现啊，里面有超多很酷的想法，包含一些新的创意，然后或者是一些那种已经在实行的一些有趣的计划。然后我有时候就会躺在床上，就跟滑 IG 一样，然后就躺平在那边看，然后就意外发现，哦，这上面真的有很多很酷的东西。然后意外让就只是滑手机，然后也变成一种就是扩展眼界还有创意的方式。对，我觉得加入这个社群本身就是一直在吸收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好，然后再来是使用工具来整理资讯这一点，就是。这一点的话，我们认为也是对高中生很不错的方式，可以找各种好用的东西来帮忙整理思绪。对，下一页，像我们那个时候，黑客松一起讨论的朋友就推荐说这个软体叫做 Miro，然后它是一个便条纸心智图的一个软体。然后像是高中生的话，我们认为就不一定要用这个啦，这只是一个举例。反正就是多去发掘一些整理思路的方式，就是在建构自己的系统性思考跟逻辑嘛。然后我们认为
这样子的一个能力暂且是不会被 ChatGPT 的模板回答所取代的，也就是说去善用工具，然后去培养自己思考的一个架构，这样子的能力是可以在这整个结构，然后还有在整个组织的讨论上面学习到的，然后也是未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跟使用的方式。那接下来就是这个共编模式，我们认为这也是很值得学习的一点。像是在做笔记啊或讨论报告的时候，大家可能在校内在进行这样子的工作的时候，也都是会开一个共编的笔记或者是简报嘛。那这样其实都会更方便，更有效率，然后也可以获得非常多元的点子跟视角，然后落实彼此各自分工的项目。像是 GMV 里面，刚才 Tiff 姐姐也有说到，是比较习惯使用 HackMD 的样子。然后它也确实是蛮好操作的，而且界面也漂亮，然后就不会像 Google 文件一样比较容易格式跑掉。虽然像我的话啦，因为我的同温层、比较多人还是在使用 Google 文件，所以我也是比较习惯 Google 文件。但是其实不管习惯是用什么，其实共编的模式跟这个精神本身，它都是一个很好借鉴的讨论基础。然后最后是扩张推广范围的这一点，然后我们认为这个是我们参与 G0V 的动机方式也是成果吧。像参与 G0V， 我们一开始的动机就是为了要扩展我们的推广嘛，可是它也慢慢就变成我们参与各个社群的形态，也就是方式，然后最后更因为这个推广范围的扩大，然后让我们更难割舍掉这个计划，所以它也算是一个成果的一部分。像是其实我跟如鱼是因为我们高二下才开始做专案嘛，所以我们计划起步没多久之后就要准备大考，而且我们最后还考分科，所以我们的进度很大程度的一再受到搁置。然后我个人认为啦，如果是我的话，我如果没有参与进 GMV 或者是这些更多活动的话，我自己很可能就会放弃掉这个一开始的念头跟动机，然后可能还有这个想法变成烂尾专案之类的。所以这边顺便进到时间序上的下一个计划，也就是台中女管圆梦计划比赛，来作为一个举例。像这个也是我们当初为了扩张我们推广范围所做出来的尝试。我们那时候主要参与的方式，跟这原因有三。第一是争取经费，然后像是大家现在查就是凯瑞你的时候可以看到搜寻结果，就是因为我们用这个经费买网站系统跟网域的授权。那第二的话则是有很多做其他专案的同学，就我们认为说这样子可以获得比较多元的意见吧，就是因为他们其他人也有做彼此做专案的经验，我们可以听到一些不同的想法。然后第三是我们想要透过这个比赛的时间限制来鞭策自己执行计划，那这一点在 G0V 上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也是蛮推这个机会的啦，这也是蛮友善高中生的一个资源。当然还有更多活动资源，就大家可以看自己的专案还有自己的团队条件比较适合哪一种的机会。而且其实这种相关的比赛啊或者是资源都是去争取就可以得到的，所以错失的话就会有一点点可惜。那最后跳回到有列点的这一章，总的来说就是我们认为以上都是高中生参与 G0V 社群或者是发展专案啊个人思考还有累积阅历资历的一个好方式，然后这本身也是会在参与过程中逐渐收获到的能力。然后来说说我们如何运用高中的课程来做专案。除了刚才如鱼有说到的探究与实作课程以外，自主学习其实也是一个很好运用的时间。然后前面如鱼其实也有提到，我们是利用这个时间做哪一些项目啦，就是我们那个网站的成果这样子，所以我们在这里不多赘述。但 Q&A 的时候，如果有人好奇我们具体还有哪一些内容的话，我们也可以再做展示，因为我们后面其实我们在简报后面还有再多留一些东西可以来做补充这样子。好，然后最后来回顾高中三年的我们参与的数位公民相关课程的这些经验，包含临时小学校，然后还有我们的公民老师、数院老师所开的课，然后来说明我们所看到的数位公民教育在教育现场执行的状况。那首先是优点，我们认为最大的优点其实就是让学生知道自己是数位时代的载质的角色，就是学生是可以自己产生产制资讯的，而不是单方面被灌输。那这个优点本身其实也可以跟我们做的专案相连接，因为其实我们的专案也算是数位公民教育的一环，可以利用数位物质的推广，然后就是譬如说像我们去把职涯资源整合的更加容易查询，然后容易检索，来让孩子们有更高的动机去了解
这些职业，然后进而降低孩子们之间数位使用上的动机落差，像是这样子的。嗯，所以这是我们认为一个非常好的优点。然后再来第二个的话是，实务面上也可以让一些有想法的人找到有兴趣，然后可以一起协作的人。例如，我们就因为这个课程安排的关系，所以就是在班上也找到了有志之士，然后我们也去参与了黑客松，因而就有越来越多人给我们的专案提供建议。然后在 SA 频道中，当然也有很多人时常转贴一些相关类似的专案给我们当做参考，让我们慢慢摸索出我们去执行这些专案的方法。然后接下来讲不足的部分。首先的话，我们认为是时间的问题，因为其实探究的课程就只有一个学期，只有一个学期，加上遇到考试时间之类的话，其实要延续下去是有一点点困难。举个例的话，就其实我们是我们班，最后唯一留下来继续做专案的一组。那但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因为就是时间问题。然后再来是课程设计上不确定性会比较高一点点，因为每个学生他产出专案所需要的教学方式其实不一样，有些学生他其实需要非常多出色的实例作为参考，然后他才可以慢慢建构出自己去实行上真正要做出来的架构。然后但有些学生是他已经有大致的规划，然后只是他需要指导。那当然也有一些学生是他就是想要头先洗下去，就是先做下去然后再慢慢修正。以我们个人经验的话，我们认为以我们个人经验还有我们观察来说啦，就是我们认为平均上来说的话，让学生主要来做，然后引导这些学生去做，而非介绍成果的话，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就是大部分时间给学生自己做，学生也会比较知道自己实际上面的盲点。然后最后是机会，我们认为让幼婴进入校园的话是第一步，所以也许可以办类似那种高中创意专案征稿相关的企划，就有点像现在不是很多文学奖都会在高中校园里面办吗？像那样子的，让高中生可以看见这个机会，然后可以再提供一些诱因，可以是物质上面的奖励，也可以是有利学习历程的证书，像刚刚大家参与这个营队的时候可以获得的一些证书，类似这样子的，来让大家愿意参与，然后愿意做。另外，像现在其实高中生就我们观察啦，其实还蛮投入在社团活动的哦，因为就是大家处理社团事务的时候自学能力根本就超强，真的是超级厉害的。所以我们认为其实可以从学生社团来着手，像是联系一些社会研究社啊、电脑研究社啊等等的社团，而且这些社团通常都是会有各自的有校有社，然后就可能很有机会啦，可以牵扯出一大堆的联盟之类的，然后在他们的交流圈中，然后可以进行接下来的讨论这样子。又或者说，如果参与 G0V 的国高中生自己有意愿的话，也可以在自己的校内创社，因为我发现其实参与 G0V 的国高中生好像比我想象中多蛮多的，然后如果有意愿的人，也许也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然后总之我们觉得把做专案的机会跟能力丢给学生自己摸索的话，其实是一个可以有效实践数位公民教育的方式，然后也相信这个是数位公民教育最后希望落实到的一个层面，就让学生可以亲自的去体验，然后甚至亲自的去实作。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在高中三年下来对数位公民教育的一些看法。那首先是针对教育者，那因为我们认为在一个学年甚至是一个学期这种时间非常有限的情况下，我们觉得可以先直接带学生熟悉工具的操作。那以 G0V 来说的话，就是 Slack 跟 HackMD， 不然可能后期学生需要花很大一部分的时间去自己熟悉这些工具，那会压缩到本来就很有限的做专案时间。那第二点是上课内容，就因为以往听到很多跟学生分享专案的内容是专案做出来的成果，但我们发现其实我们自己跟大部分其他的同学需要的可能是过程，就是包括专案是怎么发想的，那怎么让别人一起协作的，或是甚至是计划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或是怎么解决这些困难等等的。好，然后第三点是 office hour， 就是我觉得 GDV 带我们做专案很棒的地方，也就是专案发想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安排一个时间让我们咨询 GDV 里面比较有经验的前辈，那这也是让我们专案确定方向很大的关键之一。那最后是对高中生做专案的想法。那第一点是我们觉得专案的方向发想
不用是像拯救宇宙那种很伟大的目标，可以先从生活中观察到的问题去着手。那再来是不用一开始就想要把问题整个解决，可以先把目标放在解决问题的某个小地方。那最后可以，最后是可以多参加活动。那除了部分有奖金的活动可以得到做专案的经费之外，也可以在参加活动的过程中得到更多不同角度的意见。好，那以上就是我们的分享，谢谢大家。谢谢如鱼跟鱼珍精彩的分享，每次听他们分享都觉得不仅很具体，有获得一些建议，也很有启发性。然后我也觉得很不容易，就是完全可以理解高二才开始做专案，然后接着要忙学测，你们有办法坚持下来是很棒。然后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如果加入居零一社群的话，其实有更多人参与你的专案，在专案进行的时候会，你如果真的去忙了，大家可以一起协助。对，然后刚刚忘了跟大家说，我们其实今天会安排这三场是想让大家知道一下说到底在居零一社群的专案样貌是什么，可能有学生做的，有老师做的，或是各行各业的人士做的样貌会是什么样子，以及就是零一小学校我们在教育现场或是透过各种方式在实行数位公民教育的时候，大概我们做哪些事情，那就是参与的人他们的 feedback 是什么，然后也希望可以借此给更多的教育现场的老师学生一些建议这样。然后很谢谢如鱼跟鱼珍刚刚提的很多的建议，相信就是我自己觉得很受用啦，然后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想要执行数位公民教育的伙伴。好，那我们接下来第二位会欢迎是 Ted， 然后我分享一下我的画面。接下来是 Ted， 然后 Ted 他是台湾开放教育推动团队的发起人兼工程师，然后他刚博三毕业，要进入数位实验高中当准高医生。然后 Ted 他其实是在两三年前就在居零一社群主动提了一个专案，那他今天会去谈谈说他当时在国中的时候怎么样自主去提案，然后跟一群大哥哥大姐姐们对一起协作。对，他的专案比较不一样，是他有很多跨领域跨年龄的伙伴。对，那等一下那个我们时间就会交给 Ted， 那 Ted 现在可以先帮我分享一下你的画面。我想看一下好，有看到画面吗？有看到我声音清楚哦。清楚，好，你可以直接开始。OK， 大家好，我是吕浩天的，也可以叫我 Ted。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因为其实我现在是准备要升高中，但这个专案是在我国中，国一下学期的时候吧，在居零一当中提的一个专案，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为什么会发起这个专案，那我们是怎么做的？那我先快速自我介绍一下，但是它有点单调了。奇怪，等一下啊，好，有了，好，我是吕浩天，你可以叫我 Ted， 我是这个 Course API 的发起人啊，这个专案的发起人，他是资料工程师。那我们这个专案其实是有一个叫台湾开放教育推动团队的一个社群在执行的。那这个社群的话，也是由我发起的。当时我是就是小学校的 Demo Day， 2021-22，应该算是一两年前吧。的获奖团队，目前即将到数位时钟就读。好，那首先什么是 Course API？Course API 是一个开放式课程的整合查询平台。这个平台呢，先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功能。例如我今天在 Course API 上面搜寻政治，那我就可以搜寻到一些开放式课程，基本上都是以大专院校跟政府公部门的课程为主，我们去做一个整合。啊，整合的技术，基本上今天不会提太多，那等一下还是会简略提一下。Course API 的连接是CourseAPI.org， 如果有兴趣的伙伴可以去搜寻一下，或者可以去试试看。OK，
我们目前已经整合了大概就是以上这些平台。那跨校的平台指的其实是这些平台提供给大专院校可以把自己的资源上传到上面去，把自己的课程把它导入汇入到这些的平台上面。大专院校各自的平台呢就是自己架的。那政府部门民间平台的我们目前也陆续还在持续整合，因为平台实在太多了。那有些资源呢，其实这些大专院校因为有些资源是没有更新不过有些 resource 其实还是可以使用，所以我们还是持续的在做整合。OK， 那我们的协作模式我们的其实组成团队组成非常多元。我们 Course API 这个专案的工作成员呢就包含了学生那学生也是从我以前就是国中生一路到高中生、大学生、研究生，然后还有就是本身就在开源社群的一些参与者和甚至是大学教授还有国中老师都有。那我们的这个开放教育，我们有 EDU Open 的 Slack Channel， 那里面目前其实应该不是160，应该有更多，可能快200之类的。里面的组成也非常多元，那我们就是会在 Channel 当中提出一些有关开放教育议题的讨论。好，那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这个专案会冒出来。在2年前的6月，那时候因为开放一个叫什么疫情，所以学校就是让我们执行线上上课，然后在家里的时候其实有一些就有更多时间可以去利用，因为我们每堂课有限制上课时间嘛，那下课时间就变得其实好像是有点变得更长。那我那时候原本是用 MIT 的开放式课程在上Deep Learning 的深度学习和一些线性代数的课程。那上一上之后我想说我来查查看台湾的本土资源有没有大专院校的开放式课程。那其实是有，从2008年开始，应该是2008，交大就已经开始有在推动开放式课程的建立和推广这样。不过很多资源到2021的那时候已经是几乎都没有更新了，只有交大、清大、台大这几间还有在积极的去做更新跟维护。啊，所以呢，我就想说，怎么可能我们只有这些资源？因为当我用 Google 查到，只会查到有维护的那些资源，在查询上是相对蛮不方便的。所以我就去每间大学每个平台一个一个去 survey 下来，其实是有非常多的平台。那当时整合是有65，那后面也持续的整合，整理越来越多，到刚刚，他说我们目前有实作的是65个平台，那在前面那一页就是这里，这些所有平台呢，应该是超过的。为什么荧幕今天一直卡？好，好，那我们有提出一个通用栏位，是帮助我们整合比较方便的。6个通用栏位包含各种名称、网址，然后讲师、开课单位，就是因为我们有跨校平台、跨校的上传平台，所以我们有提供一个就是我们开课单位是什么，跟我们来源平台，我们会去做一个区分。那课程简介，基本上以上6个栏位都是几乎所有课程都会有，只有少数课程没有。那当然，如果你有这些 description 这些资讯的话，课程相对更加完整。所以，在我们的平台上面，我们也是有做先后顺序的一个演算法调整。OK， 那我们 GitHub 的话，因为我们也是蛮提倡就是这些的。既然我们提倡开放教育，那开放原始嘛，相对也是我们相对就是蛮在乎的，所以我们也把我们的所有的 project 所有的原始码全部公开到 GitHub 上面去做开源。那我们在2021年的时候有就是主动去参与中文杯黑客松啊，基本上参与中文杯黑客松最大的动机在于我们可以去跟政府公部门的教育单位去做讨论。那时候我们也有跟教育部资科司还有台北市政府教育局有争取到一些交流机会，那也有和他们交流到例如他们为什么不做这个平台啊，然后还有资源的提供的一些面向的问题。所以其实当时是在我们专案聚焦这个议题上面，在聚焦这个动作是非常的有很重大的意义。
那我们也为了不要让每个单位每个专案，如果你也要做开放式课程的平台，你不需要重复造轮子，所以我们除了刚刚大家所看到的查询平台以外，我们也有多一个是 API 的提供服务，你可以利用 API.courseapi.org 这个连接呢，就可以去得到就可以去说抓取我们已经用爬虫抓到的网站，因为的那个课程资料，因为大专院校的平台他们并不愿意提供 open data， 很多我们询问他们都是不愿意，因为他们还要另外去做维护或是做开发。那变成我们就是利用爬虫去把这个课程全部爬下来进到我们资料库，所以为了不用让大家全部都要重新爬过一次，我们就有提供这样的 API 服务。同时我们也有开放式课程的使用经验问卷，这个问卷其实在我们初期的聚焦上面也是蛮重要的，就是我们可以先看出一般现在主流的开放式课程平台他们所包含的功能，那它的功能有哪些是我们使用者会希望可以加上去的。右上角这边有个 QR code， 如果各位有兴趣要可以帮我们填写一下。好，那我跳下一页。那这边有案例是由国家高等教育部门，就是政府出面去整合的，一个是法国的芬摩克斯，它右边的则是韩国的开放式课程。课程的数量，韩国的最近一两年来，他们增加非常多课程，这个 KOCW 的课程数量是持续增加的。那法国的话则是差不多，因为他们会有新增，那旧的课程他们也会去做淘汰。民间的话，国外则是有个这个 Serendipity， 但是因为它比较是随机爬虫，它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平台来源，所以而且它也不是只有我们所需要的开放式课程影片，它也包含很多例如简报啊，或是 question set 这些，它其实都会所有整合进来。那如果是以一个一般使用者，我可能就不会太明确知道我要拿这些资源怎么做怎么学。那我这边就是先简单对我们这个专案做一个总结。这个专案呢是包含开放资料，也就是我们提出了这个通用栏位，因为我们 Open Data 其实你到政府的开放资料网站上面去做查询的话，其实你会看到它都有固定的栏位资讯可以给你去参考。我们这边的做法就是我们先定出这个栏位，当我们没有一个通用栏位我们就定出来，那这样我们的 Open Data在释出的时候也会更方便。那我们目前也有提供开发者的，就是其他的专案或是其他的单位，如果你想要用这些资料，你可以直接串接。开放政府的部分呢，因为这些课程不一定所有资料都有释出，可能它有些是你用爬虫也很不方便，例如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的学习平台，他们开放式课程平台就不适合使用爬虫。那我们就有跟他们去讨论，那他们后来也有提供我们课程的 CSV 档的 Open Data。因为我们也有持续跟教育部资科司还有台北市教育局去做讨论。那开放学习这一点，虽然我们叫开放教育推动团队，但其实除了开放教育，更重要的是开放学习的资源。因为教育它比较像是一个大专院校或是公部门提供资源，但是以我们学习者的角度，我们知道有这些资源，我们或是不知道，我们要去了解，可以去使用它。所以开放学习跟开放教育是一个可以同时去讨论的一个不同面向的议题。开源社群的部分呢，只是因为我们这个专案是从开源社群持续去发展的。刚开始是在2021年我在 GDB 当中提出这个概念这个想法。后来呢就持续的往横向社群发展。例如我们现在我们的云端主机是由云原生台湾社群 CNTUG 所提供就我们的云端主机资源。另外还有 OCF。开放文化基金会也是协助我们不少在捐款，就是捐款页面还有金流跟行政上的一些事务。所以我们这个专案在开源当中的确是非常符合这个 GDB 的协作方式。那另外我也要想要再提一下，就是就以上是大概我们专案的部分，现在我要提到是以一个学生我在参加这些
在发起这个专案的时候的一些感想，在 GDV 当中。最刚开始，其实我发起这个专案是很单纯，就是我所提到的，我觉得这些资源它没有很 easy access， 所以我想要去进一步做调整，然后进一步去寻找解决方案。当时呢，第一个想法蛮 naive 的，就是我直接写信到各个单位去问。这个方法当然不太可行嘛，他们可能就是怎么可能维护，或是有些平台他们的联系窗口早就已经没有人在收信了，所以当时这个方法是非常不可行的。那所以我就写了一份简单的想法和那个计划书，这样丢到 GDV 的 EDU GDV Slack 的 EDU channel 里面啊，就有不少伙伴回复。那后来就我们成立的这个团队，那我们的协作方式呢？因为我本身还是学生，我们如果要定期有实体聚会，以当时来说是蛮困难的。虽然现在我到处实体社群的活动跑，但是当时的确是不太方便不断出席。所以我们很多都是线上处理，例如线上的会前会，然后线上的每周会议，或是我们有时候开发聚是用线上的形式讨论的话，也很常就是没有 meet， 我们也是用 GDV Slack 去做讨论。所以以一个学生而言，发起专案最重要的是在于要让他有洞悉到明确的问题。那洞悉到问题之后的提出解决方案，其实当时最刚开始我自己发起这专案，我觉得解决方案也是非常的不完善，我自己提出的解决方案。那社群的力量的话，其实就是当你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你有洞悉到感觉这是一个需要被解决的问题，你到社群来提出，大家可以共同聚焦，那这个想法就可以被持续的去实作跟推广。刚刚上一组这个专案的分享的，他们也有提到，就是不用担心自己的想法太简略或是太粗糙，就是 GDV 的社群当中的一个 release early, release often 的概念，及早把你的想法提出来。那当你有什么进展的时候，也可以再提出来跟大家做讨论，利用这个方法去让你的问题持续的聚焦在 track 上面，这样子，才会符合你所设立的 TA 的使用者或是这个目标对象他们的需求。 OK， 那以上大概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是 Ted 吕浩天，谢谢大家。感谢 Ted 分享。 Ted 的那个专案现在还是有持续在招募伙伴对吧？有，我们还是非常欢迎各位伙伴，就是不管是在爬虫开发或是网页维护，甚至是在议题推动都有开放。那我顺便工商一下，7月29号到30号是开源年会，那我们在29号有一个开放教育议程轨，是在台科大岩阳大楼 TR313， 这个议程轨呢，我们有非常多有关开放教育和开源教育的议程，这两者是不太一样议题，但是可以被一并讨论。那我们有邀请到三位教授，是台大的洪世浩主任、师大纪博文老师和成大的黄敬全老师，三位来做一个开源教育座谈会。下午1点到2点也有一个 GNE 平台教育基金会的两位讲者来跟我们分享资料工程与开放教育资源，对，欢迎大家可以来听。那当然两天也都会有 GNE 跟摊位跟小学校的摊位都可以一起来找我们聊聊。感谢 Ted。对 ，CoSCOP 在下礼拜六日的时候，林芝小学校跟竹松堂我们去摆摊，然后 Ted 也都会在现场，我们也都会在现场。我第二天才会在现场、啊。第一天我会在那个议程柜。他会在议程柜，对，好。然后，就是 Ted 的那个专案可以加入的频道，刚刚有说，如果对他的专案有兴趣的话，可以加入。然后 Ted 他其实从国一那时候提，一直以来都还是陆续在加入 GDV 社群，然后很积极的参与。那刚刚提的很多意见，相信可以对现在还深陷在体制教育中的伙伴们有一些蛮好的解套方法。对，那接下来的话呢，会那个 Ted 再帮我把音，对对对，好，然后
接下来要分享的伙伴是钟梅老师。那因为钟梅老师他今天突然被抓去就是学校的协助学校一些行政业务，所以他很用心录了一个很完整的影片，然后来跟大家分享。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钟梅老师，他钟梅老师他是竹东高中的生物老师，那他在学校开了一个问题解决课，当时他就在想说，如果他能够自己发起一个专案作为示范课程的话，也许无论在带学生或者是给学生一些激励上都会更有帮助，所以他自己发起了平安走路许愿账户这个专案。那今天他会介绍关于这个专案他们到底怎么样进行，然后怎么样去跟不同单位合作，那另外也会去提说他在学校到底怎么样去带学生去做专案实作的然后以及他的一些建议这样子。好，那我接下来就会分享我的那个钟梅老师的影片，然后好，那我们已经有放 CC 字幕，所以大家可以用字幕来看。好，那我就播放。Hello， 各位临时小学校的伙伴，大家好，我是竹东高中韩钟梅。那今天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介绍，身为一个高中老师，如何在自己做专案的过程当中，将这个经验用在陪学生做这个专案解决日常生活的问题，也就是 PBL 的课程的一个实作。那么所以今天呢，等一下会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好我的专案，那再来呢就是我在做专案的过程当中对学生的影响，好跟学生分享的过程，那最后呢当然就是问题解决课的这个经验，好还有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目前数位公民教育的问题，好那有哪些有这个改进的机会。那么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专案，那当然就是也工商服务一下，希望大家也共同加入这一个专案。那我的专案呢的来源，其实它是我课程的示范专案。什么课程呢？是我们竹东高中校定必修问题解决的一个示范专案。那这个呢是在就是用 PBL 的方式让同学学习未来你要做专案的时候要有哪些程序性的知识。那这样子的过程里面我们有一个工具。好，那这个工具呢就是希望可以把这个现象发生的过程好一个一个把它分析出来。那接下来呢看看现有的解方里面它目前的策略好是什么。那也利用这个使用者的研究好来看看目前的这个需求会是什么。那在每个阶段现行的方案里面好我们去分析真正使用者的需求里面都有共同的一个部分是还没有被满足的，也就是人们并不知道自己受到的这个交通安全的风险其实高到不合理，那也不知道其实这并不是世界上的常态，所以我们看到在不同的阶段其实都有类似的元素，所以在我的课程里面用这个工具好就发现其实让大家更具体的能够觉察这件事情是重要的，那所以我就用这个部分来做我的专案。那至于为什么我要做一个专案呢？好，因为每一个老师在教授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至少要确定自己其实是会的，那也要知道这里面的困难，好，才有办法在教学里面确认自己好要怎么样子去告诉同学这个困难我是怎么解决的。那所以呢我就自己有一个PBL 的部分我自己也在学，那这个呢专案就是平安走路许愿账户利用群众标注来做这件事情。那么概念上虽然它就是希望好大家来帮我一起拍照上传资料，但是我们真正想要做的过程其实透过大家帮忙上传资料来唤起大家更仔细的观察他身边的行人环境，那当然我们最后可以提供很多产出好给不同的人去使用，那期待做到很好的这个公司协力。那我们的这个群众标注呢有三个大的强项，第一个你可以用很视觉化的方式去看到有哪些人或是有多少人在关注这件事情，那再来它是累积性的，是图像式的，所以可以更好的让大家看到不同的阶段好这个地方改善的一个过程。
那其实我们后面会看到我们结合了很多 GIS 的分析，好，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在讨论的时候知道说，诶，我的资源应该优先运用在哪里。那其实呢，我们希望做的是交通安全的11，大家可能只有听过31，好，就是像教育啊、工程啊跟执法，可是在国外已经到11咯。除了教育、工程跟执法之外，41好，至少要做到这个 EMS 的部分。那当然我们希望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做到额外的这个61好，比如说我怎么让我的团队或是我们的市府团队好可以被鼓励，那透过记录的方式好，可以让更多的群众参与，那也提供不同的管道让所有人好都可以发声，并不是认识里长认识议员的人好才能够发声。那当然我们希望可以整合很多的政府开放资料，那还有地理资讯的分析，可以做到很多的产出，做更好好更有效率的社会沟通。那所以我们的专案呢，看起来是让大家拍照上传，可是实际上我们想做的是社会沟通的部分。那先让大家看我们的专案最终想要做的事情。那目前已经基本上做到2到3件部分了啊。第一个就是大家比较知道的，就是我让大家拍照，然后告诉我们说这个地方的行人环境大概是什么。那这个是我们想要推的第二个部分，就是我希望哈，透过我的仔细观察，我建议这个路口要怎么改善。那第三个是我可不可以知道说我的公部门到底在这个地方做了哪些改善。那最后其实我很想要邀请大家也一起来加入的，就是我们如何让更多的地方更多的小朋友跟老人在出门的时候不用依赖汽车，好，而是可以很方便的像台北一样有很多的捷运好可以使用。那在这边呢提供给大家我们的平台，好，右边有我们的 QR code， 好，那我也会请主持人帮我在讯息栏把我们的这个超连结给大家，或是把我们档案给大家。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好上传的部分，那各位都可以现在可以开始帮我们上传咯，这边都有上传的教学。好，那这个过程呢，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呢？我们可以把大家帮我们上传的资料，好，比如说我告诉这个平台说这个地方没有人行道，然后我常常要走在路上跟汽车争道，那我们就可以把它转换成一个评分。那我们有一个展示的平台，好，就大家可以看到不同的颜色就代表回报者好的回报状态变成评分的部分。那这个图台从刚才的那个首页是可以看得到的，那也可以直接用这个 QR code 好进去看。那除了可以看到这一个就是评分的分布之外，好，当然这个就已经可以去看出来很多事情了，不同的里好，不同的评分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呢？它会不会有这个里长决策的相关性？好，我们就可以讲很多事情。那第二个好，我们来看一下，好像是我们还有这样子的部分，好，就是我们可以依照行政区好来做评分的排序。那各位看到三种不同颜色是我们有三种不同的评分的计算方式，那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可以讨论更能够反映使用者经验的评分方式。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平台上面还有一个事故地图，那这个事故地图大家点进去看可以自由选择时间。那目前我们的资料库我印象中好是到6月左右，那但是它的好处跟在道安平台上面看到的不一样，是道安平台只有看得到A1 A2 事故，好，比如说有人在24小时之内死亡或者是比较晚好死亡的这个点的分布，但是我们的点下去之后你还可以看到很细部的资料，好，这个是我们直接进到资料库里面去捞的。那这个也可以讲到蛮多的事情，好，那比如说我们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有重大事故的地方它有没有改善，好，有没有时间上面的一个部分。那因为资料很多，好，我们是直接进资料库去把资料捞出来，所以大家在用的时候要稍微耐心好等候一下。但其实看到这个你会很吃惊，好，我们的路基本上是事故铺成，这是令人难过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平台的资讯呢，尤其像标注平台的资讯可以有很多的范围，比如很多的用法，比如说我们可以让公部门直接去选说有没有什么地方是很多私人临时停车的，那我们就可以请这个相关单位去做一些处理。那尤其是它可能跟通学步道有关的，因为我们有勾选，好，我是用通学用的还是我就医用的，那这个我们就可以很快的优先筛选出来小朋友好老人家通学的路上或是就医的路上常常碰到临时停车，或是常常碰到因为机电设备阻碍啊，或是任何其他的原因导致他必须要走在车道上，好，就可以很有效的去改善。
那第二个部分呢，我们想要做到就是我们可以让所有人都很快的可以提供自己对这个路口的观察跟建议，而不用通过通报系统啊、里长啊或是议员。而且呢，我们可以透过提供这一个照片，还有具体告诉人家我想要加什么东西，好，来让这个承办单位可以很快，好，不用实地去现场勘查。因为我们跟很多公务伙伴讨论过，有时候他说这个1999转介来的这个资讯，他在现场要找半天都找不到，好，那这个就可以让这个公务伙伴有很快，好，可以收集资讯的一个方法。那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功能，好，那平台的连接也在这边，好，到时候大家可以一起加入我们。那比如说我们还可以做另外一件事情哈，除了民众回报需要改善的项目之外，我们还可以办理这个线上会刊，而是有多少人觉得这个地方也需要这样子的改善，好，那我们就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民意的一个理解。好，那所以你看我可以说我觉得有会刊的需求啊，我觉得应该要行穿线退缩。那甚至像这个是我的家人去拍的，他就说这个地方走过去的人会跟这个地方进来的公车是同一个时向，那所以希望有这个行人专用时向。那又或者是说像这个部分我们也可以做，就像这个承办单位啊，好，他说我已经改善咯，好，那这个时候就可以让大家去标注说我也觉得这样子是很好的，好，所以也可以给这个公务伙伴一些鼓励，好，可以是双向的一个部分。那第三个部分就是我们希望可以跟公务机关合作，好，让他们把这个执行成果本来是文字好的部分跟少部分点状呈现的部分变成一个可以图像式的去呈现，比如说这个国小好在这个路口历年来慢慢变得越来越安全，那这个路口也越来越容易通过，好，那在走的时候也比较不容易碰到汽车。那有这样的呈现，其实民众就可以很快的知道说原来一个路口的改善其实真的要慢慢来，好，就比较不会觉得说怎么都还没有改。那我们还可以提供另外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的伙伴里面有人做 GIS 还有这个社会规划，那我们可以去根据群众回报的资料结合政府开放资料里面的最小人口统计区去算出说哪一些地方的通学步道有多少学童好使用，那是被回报风险有多少，好，所以那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很快的看出来说这个地方是重度的通学使用但是又是高风险的，好，甚至我们可以用右边的这个图来看，每一个点都是一个学校，绿色的表示风险小的，红色的表示风险大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哪些学校的学童在通学的时候他面临的风险是比较大的，就可以优先去改善。那这个连结是在这个位置，好，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直接扫 QR code， 那这是我们其中一个伙伴好做的一个小示范。那我们最终呢，希望可以把我们的工具放在不同阶段的，好，小学的、中学的跟高中的，它的不同的交通安全教育的部分，而不是像现在，就是举手要过马路要举手啊，或者是要穿亮色衣服啊，或者是骑车要戴安全帽，好像这样子的交通安全教育。那事实上，我们的专案也已经在双语的部分，好，那已经帮这个公民科的探究实作，好，写好了教案，也欢迎在场的伙伴，好，可以加入我们一起推广。那接下来就是我在做这个专案的时候对学生有哪些影响，或是我透过什么样的东西让学生更理解我们在课程里面要教的东西。那第一个就是我在就是去年的时候参加临时小学校孵化竞赛，好，那这个是我示范给大家说你当你有想要做的事情的时候你应该要勇敢的好站出去。那这个呢是我在示范说我是一个老师，我谁也不认识，可是我如何花一毛钱去找到最值得我投资时间去推广的对象，我不用一个一个去推广，我只要找到最有力的推广者这样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也跟大家讲，就是跟同学讲说按赞啊那是没有用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的专案在12月23号推出之后我就记录四个不同的参数，那包含按赞的数目啊，好，然后问卷报名的数目，还有贴文的分享数跟实际上照片的上传数。那对我来讲真正有用的是这一个，好，那因为帮我按赞的也没有用，报名的也没有用，真正帮我上传照片的才有用。那从这边来告诉他们同样是数字，好，因为我们课程在强调就是你要有量化的指标，但是你要先想这个数字的有效性，好，以及它的效度是不是够高的。
那第三个就是我在推广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机会都要去使用，但是要找最值得你投资时间的。比如说刚才我们分享的是这个网络上的 KOL， 好，那这个是我在分享说你如何去找最有利的媒体去做。那比如说像在这个场合里面呢，我们就认识了很多议员，好，这个新北市的总工程师，那当然还有这个台大的急诊室的医师，这个是我本来就认识的朋友，也引介他进来这一个交通倡议的部分，他现在也出了很多的力。那所以这个就是我在跟同学分享说，就是说你在找人的时候，你有各式各样的方式可以想。那甚至像这样，是我这个四个是我目前专案正式在合作的四个单位，好，所以也示范给同学说，你真的我不是因为我是老师好才能够找到这些单位，那一定是我做对了什么事情，好，这些单位才愿意跟我合作。那这也是同学最常出现的一个部分，好，那其实也是老师最常有的一个心态，就是只是高中生怎么可能做到很厉害的事情，只是高中生怎么有办法动用到很多的资源，好，我想要打破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就是我在示范的一个元素。那第三个元素，我们课程里面是团队合作。那么同学当然最常出现的，老师也很常出现的是，我们的团队是以感情好讲得来，好，来合作。但是有的时候感情好不见得可以一起合作，可以一起合作的人不见得感情好。那这就是我的示范。我的团队里面呢，目前有这四大主轴，加起来大概有十几个人。那以我资料分析来讲，有四个最主要好目前在协助我的人。为什么用这个图呢？因为我也没有看过他们长什么样子那刚才看到的四大部分，包含这个地方资料分析的人，都是我原先不认识的，除了哈爸之外，其他我从来都不认识，甚至我目前只额外看过一个人。那所以我的团队基本上都是我不认识的，我怎么运作到可以有这么多的产出，好，这个也是我可以分享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自己觉得老师的培训里面会遇到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老师必须要大幅的改变他的心态跟教学的方式。那在过程里面呢，学校端、老师端，都会有很大的这一个需要调整的部分。那其实还有学生跟家长，好，所以等一下就跟大家分享最近发生的事情。那在学校端的部分呢，包含这样的一个课程，好像我们问题解决只有两个学分一个学期。那其实如果对于同学来讲压力非常非常大，他只有两周做产品，两周做测试，然后接下来就要赶快做这个成果发表的部分。那所以到底要几学分，好，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需要思考的部分。那安排在哪一个年段，好，那其实我们很希望放在高一，好，但是现在放在高二就很尴尬，同学做完之后马上就要学测了，好，那他就没有办法优化他的一个产出。那还有其他课程怎么协助，好，或是把我们的东西融在就是固定课程里面。那所以跨课程的讨论，好，是需要学校端主持的。那当然同学需要比如说他要做 APP 他要做什么的，他没有办法在我们课程里面花时间学，那这个时候怎么样融入自主学习的地方，好，也是要学校端一起来发起这个讨论。那当然我们这个授课师资的培育跟支援，还有共同时间的排定，这个是我真的一路走来觉得我真的什么都不要，好，我的伙伴都愿意无偿付出，利用寒暑假来做研讨，好，但是有很多困难是真的我们需要学校帮忙我们的事情。但是老师的部分呢，事实上我们在做数位公民的教育的时候，我比较希望我的伙伴也可以做到是，那你自己可不可以也做一个专案，那你去关注一下公民的部分。那再来我们在课程里面教的这些东西，你有没有办法自己运用在你的生活里面，那甚至是你可不可以去理解我们在教的这些研究法方法学真实的内涵是什么，还是你只能讲出这个句子，那你如何透过实践去告诉学生说原来是这个样子。那如果我们不能够很充分的理解这个方法学，也没有实践过，那你怎么在教学上可以很正确的评估学生遇到的困难。那我们的老师常常因为自己没有做过，所以觉得说哎，学生怎么这个也做不好那个也做不好，可是当我们自己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那个都是一定会碰到的困难，好，那心态就会不一样。那尤其是这个评量，好，当我们心态不一样的时候，就可以去理解这个评量的设计，好，要注意哪些事情，
那如果线上的伙伴有老师的部分，那等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评量的一个小设计。好，那这个是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最近在处理的一件事情。好，那我已经写成部落格了，大家可以把它贴在这边。因为我的学生还有学生家长说，为什么我们小朋友这么努力，补考的时候我亲自下海帮忙，可是成绩却这么差。好，那老师你的评量是不是设计是有问题的？那有很多的这个部分。好，那这个全部都起源在就是我们的课程其实在过去的学习里面是完全没有的，所以老师们很难让家长跟学生在第一时间就理解说我们的评量为什么非得要这样设计不可，然后为什么一定会有这样子的一些现象出现。那尤其是我的学生在我们的课程第一年实施的时候啊，大部分都觉得说这个是不是就是有做过去就好。好，那到现在他们口耳相传知道我们的课程和问题解决课是很难做的一件事情，那态度慢慢会不一样，但是还是会有少部分同学觉得说因为学测不考，好，所以我就不要放时间在这个部分，还去笑这个放时间在问题解决的同学是笨蛋，好，学测比较重要啊，你干嘛花这么多时间在这里。那家长也常常会是这样，就是说有两个极端，一个是这个学测不考你干嘛花时间，第二个是这个很重要，然后家长就用他的经验好来帮助学生。可是老实讲，我们在做的事情在过去高中是没有学过的，而目前在业界真的做使用者研究还有做设计思考的领域其实也不多，那再加上在高中端的教学上的实践其实跟业界会有一点不一样。好，如果一样我们就把目前台湾大学在做的问题解决的课程拿来就好，可是就是不一样，因为我们时间不够，然后学生的这一个领域好也跟大人是不同的。那所以对我们来讲，我在期末要处理全校问题解决的成绩争议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有点希望同学跟家长可以有更好的准备。那所以我们才会写目前大家看到的这篇文章，那大家也可以看一下，里面有讲到很多评量的部分一些概念，那也许大家在跟这个家长或者是跟老师跟学生沟通的时候都可以用得上。那以上就是我的分享。好，也就是说透过问题解决好这门课的示范专案，好，那我自己的专案在做的历程，好，如何帮助学生在学习跟我看待这门课还有数位公民教育的部分。那以上就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好，感谢钟美老师分享。钟美老师刚好终于忙完行政工作上线了，然后等一下呢我们就会进行 QA 的部分。那我已经看到陆续有一些朋友在那个 Slido 上面问问题，所以我等一下会直接开那个 Slido 的画面。好，那大家可以陆续在 Slido 上面发问，那我等一下会照就是大家比较想要问的问题从最高的开始一路往下。那等一下那个我们会直接 cue 一些讲者的，就是针对他问题的 cue 他这样子。好，然后我先说一下，我觉得钟美老师的专案，我一直都很佩服的是他思考的涵盖面向很多，然后包含他在协作的部分，他其实不是只是跟专案团队协作，他会去思考不同的利害关系人怎么样让大家是能够更友善、更棒的一个合作关系，而不是我去指责公部门或是我去指责谁没有做好。我觉得这一点是在做专案让我觉得很有启发性的一个思考点。然后更厉害是我觉得有办法在教育现场就是能够这么因为我看过老师的钟美老师的教案，就是很缜密的去带学生一步一步去完成，对，然后觉得很不容易。然后那我们等一下的第一个问题会先针对 TED 有人想要问你说，请问参与居零 V 会因为年纪的沟通有问题吗？那 TED 可以开麦分享一下。好，我自己经验是完全没有，因为那居零 V 的话，其实最刚开始，他们可能对于我最刚开始参与的时候，会有一些社群参与者会对我就是特别的和善温柔，对。但是实际上到后面，他们就不会那么的特别和善，因为大家本来就很和善，就是不会特别因为我的年纪而有比较和善，就是一个很正常的社群的伙伴互动这样。那其实在 GDV 里面我们 GDV 是一个多中心化的概念，所以
G0V 是不会有一个明确的一个人，就是领导的所有的讨论。当然会有一个人提起讨论，他不会是管理一切，所以也不会有上下的关系。所以在 G0V 当中，不会因为年纪而有什么太大的沟通问题，基本上。嗯，好，谢谢 Ted。 那个如鱼跟鱼珍或是妹有要针对这一题给一些回应吗？因为你们也有跟不同年纪的一起协作过。看一下，好，如果没有了，好，没关系。那我也想快速回应这一题，因为我自己本身有提一个专案叫导导阿雪，然后我们社群就有很多国高中生。我其实觉得我觉得刚开始沟通会有问题耶。我的问题不是只说就是没有办法沟通下去，比较是我觉得各个世代的讲话方式很不一样，然后尤其因为我们都线上写作，所以有时候在文字上大家可能直接的程度啊或是用词会有一些落差。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对学生来讲，参与这样子跨领域的或是跨年龄的社会专案，他们其实是一个出社会的概念，所以还很多在社会化的过程。所以对我来说，因为我也是教育工作者，然后我就会一直切换，我现在是要用一个工作者的角色还是一个老师的角色去跟他们更好的进行一个社会化教育，然后就要讲说怎么样沟通会比较好，这是我自己在过程中会遇到，但我觉得也蛮好，就是其实不要把学校当成唯一的教育场域，其实在做专案的过程就是一个很棒的教育环境。所以如果你能够作为一个大人，你可以陪伴他们去练习有更好的沟通过程，我觉得这是我自己觉得在做专案蛮重要的一个环节，这样子，然后跟大家分享。好，那第二个问题是想问那个中女中的两位伙伴是否有招募团队扩大的计划，然后他想知道说固定的小工作团队会不会很辛苦，那这个就交给如鱼跟鱼珍回答。好，那我们现在其实有实际让G0V 的参与者协作的就是协作只有在我们在黑客松的当天，因为其实我们在一开始因为技术问题，我们是选了一个网站叫做 Wix 去做我们的网站，然后那个网站就是要让大家协作是有点偏困难，然后再加上就是高三就是我们读书什么之类的有点忙，所以我们还没有去转换这个就是转换可能方式去做这个网站，所以还没有想出一个比较好让大家一起协作的方式，所以可能目前等我们把手边就是一些升学等等的事情处理完之后，我们会再讨论一下要怎么样让大家能够更容易参与我们的专案，这样子。好，玉珍，你要补充。我这里的话没有特别要补充，但是我觉得我们的方向可能可以变成我们可以在大学的时候培养一些我们自己写程式或者是架网站，或者是我们找到拥有相关能力的协作人的这种方式。因为像我们之前就有听过导导阿学的分享，就发现说其实有很多功能都是自己架网站之后比较能够做到的。因为像我们一开始有想到说可以用那种关键字检索的方式，然后让想要搜寻到资讯的人可以点一下，然后就比较容易跳到相关的内容。但那种的话，好像那个时候我们听到的说法是说自己架网站，自己架网站然后连 Notion， 但是我们现在使用 Wix 就做不到这一点。然后我们现在把我们的回馈表单之类的放上网站的方式，也是比较阳春一点的做法，就是放那个 Google 表单，然后内嵌上去，就放连结的那一种上去，就是比较阳春一点。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解决方式可能是我们还需要再多学习，或者找更多协作的人。那这就是之后要再努力的部分。不过这个也可以回应到，就是提问的问题，就是有没有去扩大我们这个专案的想法，专案协作人的想法，这个想法的话是有的，只是我们需要做更明确的规划，这样子。嗯，好，希望如果有那个扩大
招募的资讯的话，可以在 Slack 的 General 或是 Julian V 的那个后勤中心的 FB 社团都可以分享，让大家知道，或者是欢迎回来黑客松提案。好，谢谢宇真跟如宇。那接下来一个问题是，结业式就是的时段会在黑客松什么时间点发生？然后如果没有办法参加，可不可以用远距？我们的那个结业式的时段会在黑客松下午短讲了之后，会有一小时的时间进行，所以就是不会影响到你原本要参加黑客松的活动这样子。所以时间预计应该会是三点到四点。那详细的那个活动流程，我们会在那个我们的营队共笔页面会再放一个资讯上去。那到时候我们也会用 LINE 然后跟 email 通知大家。对，那如果大家没有办法参加结业式，可以用远距方式参与吗？我们的那个 Hackathon 会有直播，然后会在 YouTube 放，但是结业式的 part 我们目前不会有直播。那就是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参与的话，就是比较可惜，我们可能之后如果当场大家要写共笔再跟大家分享。但不能参加结业式，你还是可以参加黑客松其他的部分。那结业式到底如果真的很多人需要直播的话，我们会再讨论一下有没有办法协助这样，但目前是没有这样。好，然后再来是大家一直在问的，就是 KTX 的名称输入错是不是重新输入一次就好。如果你在 LINE 上面就是输入 KTX， 他不是有问你 KTX 报名名称吗？然后如果你输入错没关系，你就是输入到对就好。那你可以输入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你在 KTX 刚刚有讲，就是 KTX 页面它有个订单，那你去选择那个活动，就是营队的活动中，你会看到你的联络人姓名或是昵称，你输入其中一个都是可以的，我们都可以验证得到。好，然后再来就是开放议程有没有报名连结，再麻烦 TED 贴在聊天室给大家，然后以及在那个开幕的共笔可以付给大家。好，今年开源年会一样保持免门票入场，所以直接人来台科大就可以了。哦 ，OK， 好。好，那我们是，然后小学校除了这个营队，还有没有什么活动可以报名的？目前我们那个营队除了线上课程，还有8月12号的专案实作工作坊，然后是实体的，然后再来就是有那个 Julian V 的 黑客松在8月26号，然后我们9月开始会有专案孵化竞赛，会邀请所有想提案的人可以来提案，那我们会一路到明年2月做决选。OK， 然后另外就是小学校在下半年我们会陆续会有一些活动，像可能是师培的部分，然后我们会希望可以培育更多老师在教育现场带学生做专案这样子，那也可以去 follow 就是我们临时小学校的官方 LINE， 我们会定期的去更新我们近期活动。那在另外一个地方，你也可以到我们小学校的官网，会有一个找活动，你可以在上面找到我们所有的活动。好，然后再来是小学校，等一下我看一下有没有是问中美老师的。好，小学校在推广上有没有遇到什么困境？我先，因为中美老师在线上，我先请中美老师回答那个针对他的问题，然后我等一下再回来谈一下那个小学校跟 Julian Step 的问题。然后中美老师的问题是您认为促进教师参与各种专案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如果因为教师要负责管理的工作太多，事务搞工作导致老师太忙，你认为有什么开放的专案可以减低老师的行政负担，释放现场教师陪伴学生的能量？好，这个先麻烦中美老师。好，谢谢提问的伙伴。这个问题我可能比较有掌握的是前半段，促进教师参与各种专案的最大困难。我在我们伙伴的这一个培训里面，因为他们是被我规定一定要做专案，然后他们的专案都可以自己选。那我自己觉得老师参与的最大的一个困难，我感觉啦，就是好像没有，他们没有完成专案做专案的这个习惯，所以或者说他们日常生活当中他们想要努力完成的一件事，也没有把它当做一个专案来做
管理，比如说可能有伙伴想要增进自己的亲子沟通，那他说他想要学亲子沟通，但他也不会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个专案来管理。所以我自己在培训老师的过程当中，我自己觉得最大困难是老师其实没有做专案的经验。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有点像心态上面，或是我应该叫 mindset， 就是他的心智模式没有经历过那一个部分，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困难会是这一个。那如果有了这个 mindset， 其实在时间管理上面就会不太一样。我包含观察我的伙伴，他们在处理他们日常生活的教学事务，我觉得他们也没有把它当成一个专案在管理，就是说他们并不会先去思考怎么样做是比较有同样的效果但是比较快，或者是他们也没有去想过他是不是其实花了很多时间是在后端的处理而不是在前端的一些设计。那所以我在猜也许这跟后半部的问题有一点点关系，但是后半部的问题我就没有办法很明确的去提供经验，因为我不太确定这边讲的教师要负责的管理工作太多是指什么，然后是什么样年段的老师，然后负责管理的工作是指教学上的还是专任的部分，还是导师的部分，还是行政的部分。那事务性的工作导致老师太忙，我也没有那么确定是指 paperwork 还是指说常规性的像改作业或者是什么样的部分。那听起来我猜伙伴是不是有身兼行政职，减低行政负担。那我不太确定，那因为我以前当过那个就是教务处的行政职，那我自己观察我的伙伴，他们很多的行政上面的事务或是负担其实是来自于同校里面的老师的一些连带起来的一些事情嘛，所以要减低老师行政负担，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很棒的问题。然后如果我们要有一个专案来做这件事情的话，我比较习惯是那我们先来确认就是我们怎么去描述这个困扰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那个我们这边在讨论的负担啊或是占用时间它具体来讲会是什么。那可能可以做一些user research， 其实到底怎么出现，我相信每一个学校实际上的例子都不一样，但是本质上其实应该都是类似的啦，因为人学校都是人所组成的，然后学校的人尤其是成人有一个特色就是其实没有经过真实的社会啊，所以他们会出现的问题其实有点接近啊。那我觉得它其实也是我们接下来也许我们可以做的一个专案。那我自己跟大家分享，我算是专任老师，但是我最多的时间点我一个学期有六种不同的课程。那大家可以想象这六种不同的课程其实常规性的东西就会非常非常的多，那也没有办法用一套教材或是一套什么东西去适用。比如说我每课程都两个学分嘛，那18个终点的话我就要9个课程，如果我只9个班级，那如果我只有一个课程我可以准备一次然后用9个班级，可是我有6个课程我必须要准备6次我才能负责分担到9个班级里面去。但是我自己觉得就是说同样我的伙伴他们光3-4个课程就觉得自己负担不来，可是我6个课程我不会觉得我负担不来，可能我前段的东西会先思考怎么减少后段的要收尾的事情，所以这样可以大幅的减少我在前端没有规划好但是我后端要花很多时间来收尾这个部分。比如说大家刚才在影片里面看到那个就是家长跟家长的那个 QA 啊，我为什么要写成文章，我然后那是因为我写了，我发现很多人都会问我这个问题，然后就是家长也会学生也会，所以那我就干脆写一个，那我现在重补修刚好就可以用上，所以它可以让我在前端做的事情我做一次但是我可以一直用，可以用在很多地方。那包含像我今天的就是高中选修生物的重补修，我也把原来那个文章再稍微调整一下，然后适用在我的教学内容里面，就给学生去解释说，哎，你不要以为重补修的分数就一定比
补考高，所以我自己观察，就是说同样都在高中，但是有的老师会必须要花很多时间才能够把一些常规性的事情做完，但是我相对来讲，我比较喜欢花时间在想，那我怎么节省在常规性的事务上面。以上是我的分享，不要占用太多时间。好，谢谢妹。那个我补充一下，就是妹刚刚直接讲说，其实可以更深入去了解到底教师现场可能不论是遇到什么行政的负担，以及没有能量陪伴学生原因是什么，然后针对这些问题可以去做一个专案。然后其实在去年的临时小学校专案孵化竞赛就有一个学校的校长有提了一个专案，希望可以去把大家平常到底有哪一些计划可以申请整合起来，然后甚至把申请计划的例子范例经验都在这里分享，去让很多想申请计划的老师他有个参考，也知道说到底我可以怎么运用，然后给学校带入更多的资源。像这个就是他觉得他遇到的一个行政困难，所以他把它做成专案这样子。然后我另外就是关于示范现场教师陪伴学生能量这件事情，因为刚好也回应到就是小学校在推广上有没有什么困境，就是我们在带专案的时候，像我们跟中文中的苏仁老师合作，他就会跟我们说其实一个老师要去带学生可能八九个专案是很辛苦的。我相信妹应该也很有感觉，就是因为每一个学生提出来的面向很不同，那老师一开始可能就会担心说我对这个议题不熟，我有办法教学生吗？但是其实在带专案的时候，我们不是要教学生内容，而是我们怎么样去有更好的架构去引导他去把问题挖掘出来，定义一个好的问题之后，我们来开始想各种解方。其实比较是我们也没有那个清楚的步骤，所以妹才会去提到说我们应该要更老师最能做的就是我们自己去经历一个专案，知道说每一个历程怎么走，然后每一个困难我们大概怎么样迎刃而解，然后再这样才有办法去更好陪伴学生。那我们其实也但老师一定还是会有一些他自己的就是不论时间或心力上或经验上的限制，所以像 G0V 我们就会安排刚那个中女中学生讲的叫临时先辈，就会找很多 G0V 社群的团体参与者，我们会安排 office hour 时间。那可能因为每个临时先辈他们的经验可能不太一样，有些人是技术能力很强，那刚好可以补足现场老师可能就是对于有哪些数位工具不太清楚这件问题，可以帮他去做一个解决。然后或者是有些先辈是很善于问题分析的，他可能就会一直去问他说你使用者的分析可能哪里漏掉了，我们可以怎么样用可能像使用者旅程地图等等的方式去解决。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现在该尝试做的方式啦。那也可以，如果你大家是来自不同的公司或是社群的话，也可以想说你们社群可以怎么样提供一些更好的陪伴机会给教育现场的老师跟学生，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思考的方向。那小学校在推广遇到的困境就是我们其实现在还没有大规模的做师培，因为我们目前正在把我们跟像是不同学校合作的经验把它写成一个完整的教案，然后我们开始想要着手写一个书，然后书写完之后可以做师培这样子。那我觉得我们自己的观察都是很多老师都会很担心说刚提的我有能力带专案吗，我有办法回应学生所有的问题吗，会因为这样就却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需要当 mindset 就是转换一下才有办法进入到这样子数位公民实作专案的一个教育的环节。然后另一个困境我可以讲一下，就是因为其实你们会发现小学校或纠松团 G0V 的社群活动大多都是免费的，那我们会需要更多的那个资金的 support， 然后我们的所有的那个资金来源都是大家可能就是募款啊，或是我们自己去募款，或是大家赞助的。所以如果你觉得这样子的活动很重要，然后我们在做的数位教公民教育的推广很重要的话，可以去在那个就是我们有一个赞助的页面，然后等一下可以麻烦那个黄奕或奕帮我贴上来。那你去看那个我们每一个课程影片到最后的时候也都会有那个赞助的 QR code 或是在下方的连结都有，那也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们一些支持。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还会做很多的师培，这些其实都很需要不论是钱了，我觉得还有是人力的问题，对。然后也希望更多的老师可以一起转换 mindset， 然后帮忙一起来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我相信这是不论是不是，我觉得是 AI 时代，我觉得有问题解决能力是很重要的，对。所以欢迎大家加入。然后再来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
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比较大家想问的问题。好，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好了，就是觉得 Julie Slack 上面的发文量似乎没有很踊跃，请问是大家没有习惯用 Slack， 还是所以容易加了之后就没有办法持续参与吗？然后或者是是否容易因为是线上社群，大家随时会消失而专案虎头蛇尾？现在我相信上面有蛮多 Julie 社群的伙伴，我可以先回答我的答案。如果等一下有人想回答，也可以就是开麦这样子。就是我的话，我的观察，因为我是在2020年加入 Julie Slack， 然后我当时其实没有很习惯用 Slack， 所以确实我的参与度就会降低。然后我觉得这个很看大家使用习惯啊，就是但如果你够积极，你很想参加就是 Julie 社群的话，你就会每天上来 Slack 看。所以我觉得不习惯使用是一个原因，然后就没有办法持续参与。我觉得某部分除了不习惯 slow slack， 我觉得也是大家的心力现在在你的生命中摆在哪里吧。就是假如说我现在很有空，我就是很关注距离，我就会上来用。可是我如果现在生命中我要去可能要找工作或什么的话，我可能会有我自己的生命的关注的时候，我就不一定上来用。然后另一个事情是不是因为线上社群大家随时会消失？哎，没错。然后所以专案容易虎头蛇尾也是没错，就是我自己对。我先说，就是我不觉得一个专案一定要一直做下去，因为专案它会被发起，一定是看到当下社会环境有一些需要被解决的问题，所以它会开始。然后，但当这时候的环境问题被解决之后，它可能就会可以结束。像你们看到口罩地图，或是 Julie 之前弄了一个很大份的共笔，在谈 COVID-19 的时候，各种的资讯整合这些东西，它会随着事件结束就结束。但如果是像其他专案，也会常遇到说，像可能发起问题的人，他有其他的生涯规划，他就结束。那我觉得他所谓的虎头蛇尾，我并不觉得他们就是那个蛇尾流就是结束了，因为其实在 Julie 做专案，我们都会把专案开源，不论是有人会开源他的资料库，有人会开源他的程式码，有人会开源他的会议记录。那这些资料留下来的时候，他其实下一个如果想解决相关问题的人，他是可以做参考的，他可以接着这个力量把就是想解决问题再继续延伸。所以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专案他用开源去就是开源模式很大的一个力量。然后我针对大家随时会消失这件事情，其实这个是每一个专案或是每就是像或是我们居民社群自己要去想的一个问题，是我怎么样去让大家参与社群的热度更高，你要用什么样的协作工具，然后包含是假如说你现在因为像我们有一些课在谈你要选怎么选择数位工具，如果你的社群伙伴就是不会用 Slack， 你就不要坚持用 Slack。 像有一些社群的专案他会去用 Discord 或是他就是用 Line， 像 May 我知道 May 他们可能也是比较常是用 Facebook 社团。其实你要去了解你参与的伙伴或是你要沟通的对象他到底适合用什么，再去决定数位工具这样子。那但也因为我们也会担心说，如果大家今天都不在 Slack 上面做专案的话，如果今天大家加入 Julie V 要怎么样知道每一个专案的类型？所以其实 Julie V 有一个社群参与者叫 PM5， 他就很用心，他做了一个叫做 Bridge， 他可以去把 Discord 的某个频道去连接到 Julie V Slack 的某个频道，那这样子大家在发文的时候就会被同步。我觉得同步在现在这么多数位工具的时代其实还蛮重要的，所以对，就是有人在做这样的一个很棒的专案这样子。然后对，我的回答差不多到这边，有没有什么伙伴想要补充的 Ted 啊或是谁，或是 DDIO 还在吗？或是广义跟印，我开个镜头。我自己想到，如果你觉得你的 GDV Slack 发文量没有很踊跃，那代表你加的频道不够多，多跳几个坑，多加几个频道你就可以看到非常活跃了。真的有时候那个可能一天没有看手机啊，回到家打开哇，一大片全部都 unread messages， 然后就开始慢慢一个一个看，很赞。就是有时候它比滑 IGFB 还要更让人觉得振奋，就是因为你每看一看就会觉得哇，这群人没有在跟你开玩笑的，就是大家都是突然就你就觉得哎，他们好像默默的就做出了一个超级重大的专案或是突破，或是有更重大的方向讨论，所以就是非常 surprising。 对，加更多频道跳更多坑。
我等一下会在那个 general 频道再发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很用心的参与者叫哲伟，他整理了各个频道的那个 link， 然后以及频道基本介绍，然后大家就可以加进去你有兴趣的。像最近比较活跃在讨论的几个专案，包含像是开放政治现金，他们现在在进行联署，然后需要很多伙伴一起来让更多人知道这个联署的事情，然后也有像那个就是各自外泄的专案也有，然后像今天介绍的就是三个专案也有持续在讨论，但是他们可能用的那个频道不一样，所以等一下就是各个专案坑主可以在就是你们频道再解说一下你们自己是用哪些地方进行沟通这样子。对，好，然后最后有一个人问说 Ted 可以到我们单位来演讲吗？这个就可以自行私讯 Ted。 那个是匿名的联络方式，我知道OK， 是哪一位可爱的伙伴？就是 Ted 可以怎么联络你嘞？Email 的话其实应该查得到，然后 GDVStack 你可以直接敲我。嗯嗯，那你再把看你要不要把 email 放在聊天室那里。哦，好啊，好 ，OK， 好哦。那我们回到今天的页面。好，那我最后说一下，就是今天三场讲座已经可以在 LINE 官方认证了，所以你可以输入我们三场讲座的编号，分别是#61、#62、#63。然后大家就可以去做一个认证。那影片的部分呢，中美老师的我们已经放上来了。那就是植凯瑞你跟 Ted 的影片，我们会在今天活动结束后剪辑，然后尽快在下礼拜提供给大家，可以就是观看这样子。对，然后好，那我们回到这页。好，那我们在活动结束前有没有人有什么很重大疑问一定要马上问的，可以在聊天室说一下。好，好 ，OK，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线上开幕式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然后就接下来就邀请大家一起用一个暑假，然后一起共学65堂课。那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写信给就是临时小学校，或者是你可以到 Julian V 的 Slack EDU Camp 频道去发问。然后我先说一下，我们的 LINE 目前是没有设计提就是你发问我们回应这个机制的，因为大家知道免费版的 LINE 的讯息量是有限的。对，所以如果有问题请尽可能的用写信或在 Julian V Spread 问。好的，那今天就谢谢大家跟我们再多花了24分钟的时间，然后我们就保持联系，那希望有机会在8月12日或8月26日的活动见。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拜拜。拜拜，谢谢，拜拜。